开始直播主要知道吗？啊，这种他开始直播，就是主要他开始直播，就是说他开始直播，我对你的这个说话嘛，会有就开玩笑成分。但是如果是不直播的情况下，我跟你相处又是不一样的方式。我希望就是说，哎，你俩是不是认识啊？他不认识你，我不像你那天，他不认识你，真的。我跟你讲，薛总，当你跟我说，哦，他说过他不认识的。对，我那问了，我不知道他俩是认不认识。不要，我的想法是这样的。直播是一个话，下直播是另外一个话，跟他说的是一个道理，一个意思。薛总，那你俩认识的是吧？啊，你就明白吧？薛总，这我不看透，我觉得你也知道。所以他已经不要介意了，他要说什么，就是明白吧？就是一个意思。那他有薛总。你是打车过来的？哦，打车过来了吗？我这一般很守时的，我是九点半。我知道，我知道，你说了吧？一定很贵，就是当时说是150吧，起码。不，我跟你讲，当时跟钱没关系。我说在一个健身房碰头，所以那我你们订的这儿，我有点误，是吧？这里健身房差不多。但是我没迟到呀。啊，没迟到，没迟到。我九点半，我不会准时的。薛总，我们一定要给你在上海一个美好的回忆，不止生意方面，美好的在友情方面。你先这样，一哥，我大概跟你说一下啊。你告诉我吧。你能不能反过来？好，没事。别弄人，我尴尬。薛总，以后没事，你戴着口罩的时候我们罩着你，你不戴口罩的时候我们绝对不罩你。我这边是有方案的啊，咱就说方案啊，方案，你说。来，上面是英国，开玩笑的，真的，这是。薛总，你请说，请英雄。你看，我自己有设备是吧？就咱们只是说拍摄的设备。这什么？云台嘛。云台。哎，这个机器我这很贵的。不，跟钱没关系。薛总，你能不能让我拍一拍你的这本书？我不打开了，我发朋友圈。好，这是粉丝呀，不是书啊。我这就是，就我给观众看一下，但是我不打开，里面是机密。就这本书都是英文的，知道吧？我个人习惯，咱们就是做事就做事。我看，咱是分镜头，这联系好了以后，咱们都按照镜头拍就好了，做流程的。他那看做流程的，不骗你。我说，人家跟你说的很清楚，咱们就做事就好了。那现在就是说，有个这样的事情。那到底是足浴呢，还你能去？因为我更多是足浴的一个利润。我这不是足浴那个我去不了。足浴是去里面还是外面门口？肯定里面呀、里面的。就是你进去以后，你要去做按摩的。对。哎，没事，薛总放心，三分天下来是我们每天干很多活。现在四个人啊，就是打算呀、啊。我这四个人，他在门口等。我也等而已，就我也等。给我俩进去。对，我也不进去。没有，我要直播呢。我跟你讲，我们探店跟直播内容有关的是我们不直播。我这不直播的是留在12:30以后，我们就不直播了。反正我们对吧，本来要去他那的时候就跟着薛总去。不是你就这样，后面你先等一下，我跟一哥先跟你讲。那一哥上回你答应我的是出镜的，那到底是真的假的？什么出镜？不直播下能出镜吗？不直播下先从直播出镜吧，好吧？啥意思？不直播下重出？不直播下的话是下一个任务。对，先把这个吃饭的饭，他出镜。我知道，你听我讲啊，我当时是不是第一次跟你说的很清楚啊？我的80%的利润点在足浴吧，这是我没骗你。我知道足浴，你吃饭我也能探，问题是吃饭这个它这个慢得很，知道吧？是不是？它没有快速像足浴的麻啪着爆。因为我那个足浴有一个问题啊，嗯，我不太喜欢做足浴，为啥？我不太去，这是工作呀，这不是让你喜不喜欢，那我也不喜欢。这足浴你要不要带着他行不行不啦？红兵，哎，我没流量呀，他肯定是看中你，不然怎么在我在医院里的时候积极的自己来找你呢？那你觉得这样，咱们商量。那你觉得餐饮也不是？我现在跟你谈，我是机构，我你看你现在也开直播，我也。哎，薛总，我帮一哥说一句，你先听我说一下。一哥的意思先去吃饭，但是他也出镜的，在吃饭的环节中，这个是个工作的进行。对，因为什么？因为什么？一哥想。啥意思？不，对吧？一哥想试试先试试，可以试，不是我先试试，就是说要把话说完，要试试。因为什么？就是说先到那个足浴，那足浴他妈嘎滴老堵啊，嘎滴老堵。不，您听讲，你好好说呢。
那浴场能去吗？洗澡浴场能去，正规的能去都能去。先第一个吃饭的先直播肯定不能去，我不让你吃饭，我都说不让直播，不直播，不直播，就是说出去，你某音是要出，那你不出去，你不干活一下，谁给你的？我的意思呢，就是这个样子啊。你真要进也可以，但是先从餐饮开始。可以啊，放心，我们一定可以一条龙。我的意思，要是不然你要跟我明确，因为我现在我不知道你是到底开玩笑。但是也不是所有的都能去。那你要，你可以择选呀，啊，因为你是上海人呀，我是外地人呀，你可以看嘛，我要骗你这也一次呀，对不对？不是，这个一次是不存在的，对，不存在的。这个一次存在的话，将会对我们心灵造成严重的打击。这个一次相当于我跟你讲，我假设，薛总，我没有质疑你，就是说我绝对相信这个一次是不存在的。但是假设这个一次存在啊，绝对是我的阴影会停留在被骗的阴影里边。那你无非是买十单嘛，对吧？不是一样吗？不是买单，钱是小事，我心里的创伤会潜伏在我的心灵十年，它会潜伏五十年，它会潜伏五年。就是说，但这个跟王旭没关系，王旭又不买单。啊，对。那就是说，王琦他不会买的，对啊，他哪有钱买的？他又没有，跟他没关系啊。所以说买单的话，只能是我们三个人中间一个。对啊，薛总，我们真的把你当朋友，真的当兄弟。那我又没你胡说嘛？那我现在就说就是这事儿嘛，对吧？咱要出要干活呀、啊，你不是霸王餐，不是说那么好吃的呀、啊，还有流程的吃、啊。我们尽量把这个视频一步看完，不要看那个，放心吧，你哥的演技没问题的。那既然你先说说今天晚上流程吧，先说。对啊。今晚流程就是看，我约了一家。就是那种你们可以选，咱开始投票或者什么看，就你先吃饭是吧？啊，对啊，你先饿了是吧？我不，他们真饿的啊，温饱四零一，好不说了啊。那先是这样啊，我现在有两个品，那好好说呢，这能不能静音一下呀？啊，必须的，要开吗？静一下吧，没问题啊。那这是我联系的两个品，然后呢，一个是海鲜食补，我给你发个，你不看老不看着海鲜，你静音了没有？这商业的那，我跟你不是发过那啥吗？看，这个原价客单价是520，对吧？520的海鲜，你听我讲完，看860，它是折打60折，这就是他们的这种品，我们可以看啊，一个是这，另外是烤鱼，烤鱼你发过，直接我给你发过，你可以选二选一，好，烤鱼太便宜了。海鲜吧，这品。我们在做事，以后我们还能吃米其林呢。但是问题是，他这安排呢，他不是说今天路边摊你得去看，为啥？这是个工作流程，有好有坏，他不是永远是好的，永远是坏的。你这个他们听不见，听不见，没声了，看到没有？没声了。啊，你先可以开了，可以开了，我把车先锁上了啊。行，所以说现在我刚跟你说，就是说先二选一，对吧？投票一下。投票什么呢？投票就是吃啥嘛，就是去。啊、你要不给我刚刚说的、啊。就一个是海鲜，一个是什么？烤鱼啊。海鲜在哪里？不是海鲜，是套餐里边有海鲜。哎，你跟我说两家店在哪里？对，就是在这个在普陀区万豪什么什么41号。万豪。对吧？万豪杜鲁啊，你待会儿啊。万豪还有烤鱼呢，烤鱼我已经发过去，你没怎么看。我先搜路线啊。一个是万航渡路，渡后路，有个渡后呀，你可以看。万航渡后路，还有万航渡后路，在普陀区呢，你知道这地方吗？因为我这不熟，一次没去。万航渡后路啊，那就是万航渡北路，十一公里。你不用跟我说，我不知道。那还有一个地址，还有这烤鱼，你发过去呀、啊？你叫我让你什么路？什么路？你问我，我也不知道。这样，我给你把定位发过去，你自己看好吧。去吃这个吧，就那个万航渡后路这个。你看，你先看一下，你先，我这两个都那都得完成呀，对吧？这样说好了，我来这个烤鱼你看一下。一共他要吃两家吗？烤鱼那个我看过了，烤鱼过去20公里。20公里以上，你这意思不是以后肯定以后不能挑公里了，那说去都得去啊。说去了，就去那个万豪。万一你按照招去，你还不去了，那是工作流程呀。不是，你现在二选一嘛？我会让你看到，是不是？我在这时间，我告诉你，哎，一哥去不去？你要选远不去，那不接了。你接了以后就必须去啊，就送外卖一样，你明白吧？答应你去了就回去。哎，对，那肯定的。但是今年你不是要选吗？那就选万豪多行。好啊，爽气。那烤鱼怎么办呀？烤鱼下次。烤鱼你还约好，我说你要去呢，对不对？
那么你总归要选去一家，哪有吃两家的呀？你说是吧？可以吃两家，真的吃两家，那吃两家就工作呀，不是不要钱，跟没关系。工作我知道，这是工作，工作。我们是靠视频预留吃饭的，不是说不要钱。放心了吧，这个概念不是那回事儿啊。一哥的流量可以的，准备上厕所，对吧？所以想好了啊，那吃完以后呢，足浴谁来负责呢？出镜呢？足浴啊。他是吧？那你在门口等着是吧？啊，我等。行。哎，祖玉，我要说什么话？你这个台词有没有？有台词呀。有台词呀，有台词呀。没有台，没台词，不是五六行吧？没有。祖玉的话，你一定要做掉吧？今天。那我来这就干活，我就是要去做。因为我白天我没有时间呀、啊，我就晚上给你们进行这个合作，或者白天能约好。那你白天又没时间，对吧？那这事情不是刚说好了？祖玉等等，祖玉等等。没事，正好他也没做过祖玉，他就没做。那走吧。足浴是按脚还是按身体啊？全身 SPA， 精油开背。哦，那这个也是正规的对吧？正规的。正规的嘛，是正规的。嗯，那正好，你去。足浴。那你不去啊？我去，你他去，他喜欢。这个是后面的事，先把这个我们要把一份工作做好，后面我就在。薛总可以的，薛总，以后你就是我们的领导了啊。合作。合作，君总，这是你的包吗？王琦的。合作啊，大家不要说你领导谁知道吧？关键工作三分天下。你三分天下，你是喜欢里面的哪一份啊？三国里面吧，三分天下。我根据这个看看你的那个性格吧。我喜欢谁？我喜欢曹操那一关。哦，魏国。是你正好是北方的吧？对吧？哎，你也蛮像的，长得，对吧？跟你体格蛮像的。那现在怎么去啊？我开车了。哦，那这个路费可不要计较，为啥？这东西哦没有车马费的，现在没有车马费，咱们就要有个就是 CPS 通行，没有车马费的。哦，没关系，我自己说。我已经说过这事儿。好，我自己说。我还真那现在。对，行，我自己了。因为你现在这个代号等级还没达到那个五级、四级以上，你现在有等级，那有车马费的。嗯。那你像我就是啊，明白吧？嗯。薛总，一码归一码，对吧？我车马费是那个薛总啊，今天就是说我那个工作完之后的路费，薛总能不能带我一段？不是，这个跟工作无关，这个跟工作无关。不是，这个跟工作无关，就当你请客我嘛。本来我是跟黑哥说的，啊，然后我说单独约你呢，再说这事儿，因为你是一哥把你叫过来，你走，他是主场呀，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跟他合作，我必须要听他的意见了，知道吧？太严肃了，薛总，我们太严肃，这生意啊，我知道，薛总现在是下班之后，就是我说的是下班之后的事，亲兄弟明算账，这话你懂意思吧？我这，我说的是下班之后的事，我跟你说，下班之后，生意归生意，兄弟归兄弟。下班我拿钱就可以，但是生意上一定要，你不能说到时候薛总下班的时候你到哪里，然后你送我一段。我去的远了，我去浦东机场那帮了，你也去吗？我也是那个方向，是不是？你要蹭车是意思是吧？不是，你说清楚，我就喜欢薛总这么直接。我这人就是说话比较不直，直说，是就可以吗？是，你直接说蹭车就可以了嘛，对吧？说那么多干？对，薛总可以啊，薛总，就是我，哎，来，薛总来点上，薛总就是说我能帮你点火，真的是。薛总，你多大？这话不要说好了。薛总，你必须火，你火了之后，你就不用找我们了。你会火的，薛总。薛总，你平时你平时就是说讲究那种体面上的事吗？啥体面？就我这个人，哎，我接电话。喂，你好。喂，哎，你说。哎，我是那个达人徐云福，你说。现在是这样，现在我们就另外一个就是，大威还没到，因为我们约到十点半以后我们过去，因为像他还有我们是按排期的，你看十一点左右能不能就是过去，因为我们现在要探餐饮店。可以吗？把这个放到后面，因为晚上我们好创作，因为这些达人他不方便就白天去，因为害怕。我大概就十一点左右吧，因为我们现在先去探探餐饮那个店，然后告诉你们家一个一个来，我们有排期的。
我知道，我知道，我跟你们的运营联系过了，都安排，他们安排好了，我过去。这你电话是吧？对对对。那我加个微信吧，然后你给我发个定位，我们就过去了，就第一时间过去，可以吧？你看可以吧？因为我们现在还在正拍摄呢，好吧？好好好。好，这你们号是1715是吧？是这个？不是，这个是经理号。那你。行行，我到门口给你打电话啊，你啊行，我们现在就是啊，好，不说了啊，拜拜，嗯，啊，不，这个是什么？这是个浴场。哦，浴场。嗯，哦，浴场你是红兵吗？啊，好，红兵去嘛，红兵我浴场。你要开几年没有？我刚把我的一些客户的对话，这是真实的客户。哦，好，走，没听那么远，听不到的。我也听到了，刚才那么大声吗？没关系，听不到。王琦呢？不知道。哎，这家伙人呢？80%的男人在于这个浴场，那个KTV，还有会所，包括这个足浴，嗯，都我都可以去，都是正规的。我知道你都可以去，我也可以去。那个都正规的，有啥不可以去的？是个人都可以去啊。浴场我那个直播起来不方便，不能直播。不直播就不直播呀。我说那去浴场也很晚了呀。那我只是让你录个镜，然后通过这个身份，然后咱们就带票带货就好了，对吧？我跟你说很清楚，第一天都说明确这个事情。啊，我知道了，他的意思是你。下播之后空闲的时候去，然后对不直播呀，直播的话咱就不去了，包括抖音他也不让，某音他妈也不让直播。拖红兵一起先去吧。好，你先，咱现在可以吃饭嘛，对吧？先吃饭去吧。好，加油，薛总。先，但是你能不能让红兵先播一会儿？咱借不出话，还有个核心，咱俩说，对吧？我进。不信，那拿一会儿，咱都。就得2分钟说，很快，2分钟，我很快的。你直接说吧，我静音一下不就好了吗？不可以那啥，这真不能说。哦，我都静音了吗？你到静音了。等会儿，等还有声音。直接说吧，我静音一下不就好了。又开，喂。现在没说，你说。你没声音了吧？喂。你到底要？你看，你要说了，我就关了。我说呀，我开始，我现在开始说呀。然后你看啊，这个海鲜啊，因为我是，你能不能关我这个海鲜？你我开始说是正事儿啊，你关这个海鲜，因为我没有拿我工资去做杯调给他出。那么老板的意思说你是个人是吧？他说我是个人，你看你愿意就干。他意思是让我在这，但是我可以带货的，我一加链接我带货，你看你自己看。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看，看过去以后咱们再谈一会儿。如果实在不行的话，那我就是相当于看我得花个成本200块钱，我花了，我需要你知道我是在做事的，我想快，因为啥？我想招呼你个海鲜。走，别说。那个烤鱼确实没有什么排面，你懂我意思吧？海鲜最起码你最起码作为一个之后，你过去后，哎，看到我立马视频一做 ，P O 一单都带货了，直播带货了。我是想说是这一单是我个人，相当于我请你们去，请你们。没关系，你要是觉得不方便，我们就去吃烤鱼，我无所谓的。不，我无所谓的。叫声音决定吧。无所谓的。要么吃烤鱼，我刚刚现在开了。开鱼不是圆吗？不，咱们决策好的事情，咱就照办。但是我要跟你说清楚，这个我可以免单，但是问题是我谈票仓才加微信的。你看你自己看时间，晚上八过来之前，因为我白天在看，我8:18，我再看个品，对吧？我是没有以这个公司的行为去他谈，公司行为就8.3，知道吧？但是我可是个人的，我说我是跟这要付就是200块钱成本，对，他500块钱你可以看，质量确实不错。就值200块钱，你知道吧？行，你知道吧？他本来团购都很便宜，500，他成本你要有个叫毛利率的事情。你看，这时候你都不能说，你要一说就要泄露，咱们就不能在直播上去讲的事情，知道吧？都是行业的一些机密，你说让我去泄露，是吧？不方便。哎，我们走过去吗？10公里。前面就在前面，车停在前面。这个我要明确啊，不让你花钱，就是确实我这。要过去没谈成呢，那你我要付200块钱成本的。但是我还得该干活，因为很便宜了。这个，你看老板给你打了相当于500，又砍一大把300。好，团购中的团购。就我们答案就是我自己可以申请到这个价位，你们过去绝对是500块钱，不骗你。好，对吧？这时候说清楚呢，有些事我一码归，就是咱们这个合作就是这么个诚意开始的。我是做事的，我在上海就做事，不是在开玩笑的。因为你在直播有时候真不方便，就说一些事情，你知道吧？薛总，
什么都不用说了，我这一辈子没干过正经事，这一次的正经事就在你这边。现在可以开声音了啊，现在可以说了，没事啊。现在有，我把事情重点说好，咱们可以干活，会干活。好，没问题。吃饭也能干活吧？可以开始干活吧？对吧？对。吃饭都没啥了，对吧？因为我也谈比较仓促一些，本来是那个烤鱼都谈好了，但是烤鱼太远了，你说太远了，对吧？我也不知道路，18公里，然后咱过去。那个确实没什么排面，但是以后日网工作日常那就是那样子，他不管用这个店怎么样，你得去看，对吧？得出境，得带货，得要去拿那个东西去引导，就是客人看到以后爱做促销、爱团购和销，哎，这样知道吧？嗯，好，没事，就是本地生活啊。他只要赶回一条山，一条路，他没有这个是正事啊，吴局长，我没跟你开玩笑啊。就是我们是做生意，美食博主一样，明白吧？只做有吃播，不是，是这不是每顿饭都能够吃霸王餐的吗？都可以，主要是我谈签。但为什么这顿不行呢？因为我刚一看，我才就是人家肯定不相信我，他妈是因为现在网上东西有人是骗子，你知道吧？哦，真的不拍了。那你过去以后不就不是骗子了吗？所以我刚跟你说清楚，如果万一没谈下，就是那肯定要付200成本的。哦，没谈下来。放心，薛总，200成本，薛总，谁出啊？我出啊！我刚说我出啊。薛总，你真的是好气啊！为了这里，诚意这个东西，我要看，因为那个烤鱼确实没有什么排面。我说实话呢，过去那烂桌子就3张桌子以上，对吧？咱那没，你也是，我因为啥？我也不爱吃鱼，说实话，对吧？对，北方人都不爱吃鱼。薛总，就算200成本，假设你掏，是我们掏的话，也是属于友情的，就是说那个桥梁，都没关系。就是薛总这个，就是说真的，就是说。真金白银和真诚以待，再加上对于工作的认真，我们真的是非常的，就是说值得学习的地方。所以就是说，薛总，等一会儿坐下，我们详谈。然后那个就是说，就是边吃边不用详谈，咱们就日常工作就好。正常工作。薛总，今天不止正常工作，我还要这个详谈谈不了，吃喝谈不了详细的东西，知道吧？好，只能说大概。好，因为但是薛总，你也牵扯到一些商业机密。他这个直播间嘛，你的商业机密嘛，跟他们其实无关。啊，我知道没关系，但有人会举报的。哦，放心吧，绝对不会。把人家，比如说给人家店家无故差评，那这怎么弄不成啊？这事儿对不对？不要薛总，薛总这个差评是肯定会有，但是放心，我绝对会联系大众点评的人，将不是大众点评的是吧？哪里差评的？跟大没有关系，知道吧？如果差评的话，店家会找我事儿的。王行，把后面的东西理理，他们做不行。那这样，实在不行就放后备箱吧。对吧？我说实话呀，对吧？肯定要有好多好兄弟啊，百分之70才可以啊。你等一下吧，等王姐理好，你们坐后面。薛总，差不多没啥东西。把这椅子我切一下。跟着你这个节奏走吧。我把这个椅子往里移一下就行。哎，还没开。可以上了吗？上，可以上呀。我先上吧。可以上。薛总，薛总，我跟你说个事啊，薛总，你说。你有些方面还没有考虑到。考虑啥吗？我们去的这家饭店的位置，千万不能够让广大的观众知道地址。那你抖音上你没有 POI 地址的话，人家凭啥团购呢？要到店核销呀。又不是搞那个外卖，对不对？放心，有保护店家的隐私的职责在我们身上，就是说，是不是？你要这样搞的话，那搞不了的。啊，不，只要观众不知道店的地址，绝对不会有差评。那你不知道店的地址，咱要咋去啊？不是，这里的观众不知道就行了。哪里的观众？然后我这里的观众不知道就行了。啥意思？我们懂你意思。就是，你听我讲，就是说，黑哨这边的观众不知道地址。然后我自己这边的观众不知道地址，绝对就不会有差评了。嗯，那有道理。那我靠什么引流啊？靠什么引流啊？你靠黑色抖音。他的意思是直播里面不知道地址啊？直播里面不知道地址。对，那肯定啊。哦，对。那肯定直播不能报啊。那但是那人家那个东西有定位啊，你过去都知道了呀，对不对？什么定位啊？
就是你比如你现在弹了一张那个某音的那个卷，那上面有定位的呀，这是肯定不是让现在的观众弹啊，肯定是让你某音的观众弹、啊、是对吧、啊嗯、跟动音没关系、啊、但是问题是我害怕有些人他用某音去恶意的去搞这个、啊、不会不没关系，放心吧，我会防止黑粉这样的啊。这不能拿嘴说，这到时候人家领导，这到时候人家肯定商家会找我事儿的，麻烦了，你把那个地址发我。啥地址啊？去的地址，微信发我。我不知道，不要报出来啊，不要报出来。我只能给你那啥发个，就是那啥，就是这个截图过去。我就发截图了吗？你看吧，你自己看一下，你看，这不是写有吗？嗯。我也不知道那个地址是在哪儿呢，我这边不熟啊。嗯，我看到了。哎，那谢总，你有没有加什么黑粉的群啊？没有，天没加，没有加，天没加。你有没有？你有没有把你的、那个、好大哥黑人义啊？哎，还有我。哎，你不要老是拍我的视频好吗，大哥？我视频我没放网上。拍我呀，拍我拍，我不介意啊。好，以后你想拍他的时候就拍我。我是红兵，我是。就是自媒体，是搞自媒体，现在在进行，对吧？就是、啊，可以，我们是短，我们靠短视频的，我们不靠这个，太长了不行了，直播不是跟那不一样，我们靠短视频的。薛总，你是谁的观众？你是黑色的观众吧？我不是谁的观众，我现在不咋都不看，我是最近才下载斗鱼的。哦，最近才下载。你不是那个，因为我上次你来的时候，我特地，来看了一下你，就是说，啊，我觉得你真的是非常绅士，就是说，你不是说你是2016年看黑人义的吗？啊，那早了呀，很早了。对呀、啊，那个时候有斗鱼啊。对呀、啊哦，不是那个时候你下载斗鱼了已经。对呀、啊，肯定有斗鱼啊。这个挺好。啊，然后完了之后，我后面又做了这个撸啊撸的这个直播，做了大概有一年。2018年的时候呢，然后2018年以后，然后我就应该是2019年，不到2019年了，我把斗鱼就卸载了，就一直到现在没看过，就最近才把它。你为什么会卸载啊？是没进过？不是，我觉得我退役以后我们不玩了呀，不玩了以后，然后我就开始做那个某音某手，明白吗？开过去蛮远的嘛，是16公里。嗯，它那有漂移呢，定位上有漂移呢，什么漂移啊？就是它那个。就是那个美高德地图上，它那个定位有抖音上某音上有漂移呢，知道吧？你要那考虑更远了，估计有20多公里啊。它说是看到长宁那边，我要有的20多。所以说你别加什么黑粉群啊！我没加呀。你有没有加什么群啊？我没加。我跟你说我都不看抖音直播的。嗯，知道吧？是最近我跟你说的，就是才把这个 APP 下上去。在我来上海之前，我才头一天才装上去的，对吧？其实你加黑粉群没什么事，但是你千万不要在黑粉群里面我秀你的那个才干，知道吗？我记得你邀请我进那个群，然后那里面群有个人说，然后黑人义的工作室在宛平拿到600号，我第一天就去了，真的。那你就是加入群了，对呀、啊，加过，然后我退出了，我就那。你有没有把你的某宁的号发？没有啊，那个群。我只是问一下，我说黑人义的真人是在哪儿，然后他给我发一个宛平拿到600号，然后我就去了，就第一天啊，我这事儿说过。你看看你群里面干的好事儿，我给你啊。就是你的群，对，就是你的。不是，这我拉你进群啊。就你拉我的呀、啊，你可以有记录的呀、啊。我为什么会拉你进去、啊？自己看一下，我哪知道你的？不是我们是怎么加微信的？他有你微信，他不是都转账给你了吗？我知道，我们之前加微信是，你通过什么方式加到的？就是那个。不是跟你说了吗？你给我转了，你给我转了。2018年的时候，那斗鱼说那是游戏，我也在游戏赛道呀。你不是有个歌舞区的吗？你肯定忘了，早了，对吧？很早了。我这个群是发朋友圈的，你是扫进来的，是我特地拉的。你拉我进群的，我哪知道你在那里玩的啥？你拉我进去，我进去后，然后有人说在宛平拿到600号。哦，你没有让我拉你进群，是我自己拉你进群的，对吧？对。你现在有没有退群啊？我退了呀，因为我觉得我去那上当了呀，我就退了。好吧，你太单纯了，薛总。不是单纯，因为我对上海不熟悉，我以为真的在那儿了，然后我就去了呀。他们说什么你就信这个群、啊？应该不是这个群，应该是，因为他的群经常改名，你知道吧？我也不知道是哪个群的，老改名了。但这个不是黑粉群。不是是吧？是。
是战魔球。战魔。里面没有我的那种球才叫黑粉球场。这个我可以管控啊。哪里玩？里面有你啊。这将近200多号人，300号人呢。人多是吧？经常那边发什么特别的图片，老板，你不能发这种。声音。应该不会是黑粉派，反正我是知道满屏南路600号是精神病院，这是我知道现在第一个，济南电脑第一个知道一个 IP 地址，就是满屏南路600号。就是你在某音，如果说要直播要主播最正，我一个女性朋友在某音不直播的，我是靠短视频，我说的就是探店。直播的唯一的是带货电商，我不直播，我不会像一个叫搞户外，其实某音上也有户外，只是我不做而已，因为没有意思，对我来说它变表现，知道吧？我就不做了。礼物可以有变现，礼物是那没人刷呀，你那不是，我不靠那个东西去，因为那耗时间的，你知道直播很耗时间的呀，你不能说啊开播以后就不播了，播一两分钟或者没人走了是吧？但是。你如果直播就是带货，撇开带货的，对带货呀。那但是你如果是某音直播，你一上播就带货的话，平时这个号只是带货的话，它如果没有核心内容，就带不了，也带不了什么。那肯定有产品啊，很多有产品。不是，要有个直播核心内容，就是你比如说你这个账号是某音的，你这个某音一开播就带货，然后你带完货就下播了，一下子上播还是带货，带完货就下播，到最后就是会越来越少。电商的思维，知道吧？我们不是那样，我们拿企业号带货，我个人号不带的，个人号只挂橱窗，你知道吧？个人号我只挂橱窗，我不需要的，他就是我个人号带货，我没有企业号。那你用什么方式吸粉呢？什么方式吸粉呢？那企业号你什么就可以吸粉呀？你带着品就可以，品爆了就可以吸粉呀，对吧？也通过短视频去短视频吸引第一波这个人气，然后你进入直播间，然后转流。有时候你就是短视频也可以卖，就是他不进直播间，然后那品便宜，他一购买就走了，知道吧？现在这个短视频是你做还是你公司做？我自己做呀。你自己做的？啊，就现在咱们现在去的是个人行为，因为一哥说他弄不了，过不来，所以我只能用个人谈。你能不能悄悄给我看一下？我不告诉你。看啥嘛？看你的短视频。那多，你去自己搜好了，你那抖音上你啊，你截给我图了，对我那么这么多啊，你自己看嘛，你发给我的我都看了，你没发给我的，你现在你把抖音你关注我，你自己看嘛，对吧？这个是最大号的，这是另外一个，因为我是做矩阵的，你先把我那个美食号，就是我来，我跟你说一下，这个号我一般不会发就是发啊，对对。你是你先关注一下这个这图片呀、啊！我操，我以为你那天点开抖音了，我操！你把抖音打开啊！你姓薛的？你搜一下，搜一下。你抖音搜一下，然后搜个那个啊，薛孕妇来了就行了，就这个号。薛孕妇来了。哎，对。哎。我这是新号的，对，我到时候会发到这个号上，就是这是美食号，知道吧？啊，你做垂直的，哎，做垂直的，就啥都不能发，就啥都不能不发，怎么样啊？只能发美食，你把它关注一下，然后你可以自己看嘛，对吧？那你要跟我互关啊，不然我会取关的啊。不是，那到再说，这个实在说，你可以你取关也行呀，没关系。不，我不会取关，朋友嘛。我也关注你了，好，谢谢啊。没事，那个就是，哇，你找一哥找对人了，这个号不怎么样。这是才开始，都要起号，到时候一哥也要起号的，你知道吧？都是新号，明白吗？我知道，但是已经过了起号期了，你看已经78个作品了。不是，这个不用过怎么起，你知道吧？你现在是一个号都可以，起号就是零观众、零粉丝、零友，知道吧？那个起号新号、白板号。开始就可以做这个号做的就是谢总，就是你其他就是你那个两万多的那个我看了，挺好。
就这个号码发了78个作品，这个现在光这个号做的挺失败的。人家有大号好吗？206个作品。我不需要让你看到我的流量，知道吧？我只需要带货就好。我要说我要，这个号带不了货，这个号带不了。怎么带不了货？我先给卖券就好。全是你看你不懂，知道吧？你点开一个，比如说麻辣拌，你看到一混混是吧？你可以在这儿来收买了以后，我可以我你看来。等，我来点，我必须给你买。买了以后我做钱了，对吧？抢购，对吧？你买，你把花钱都不是，对吧？都可以购买，这不是这带货是啥？但是我这，我是说，不是说带不了货，你能带，但是成功率不高。现在因为这个，对，这个说实话，现在就是说是新号，你说的对了，成功率不是不高，是没有量，没有体量。等我达到作品集以后，那有体量之后，它品一爆，所以这也是我找一个的目的。假设你现在是50万粉丝啊？不，跟粉丝没有关系，粉丝是个积累，知道吧？过程，我现在找一个谈就是事，知道吧？就是怎么提高这个曝光量，然后让这个货更好卖一些。就说明你现在这个视频做的挺不错，你这个链接也可以带货。就是说、这个、我已经可以带货，现在就带货呀，就在带货呀。我这带不，我的意思是，现在带货的成功率不高，是因为看的人不多的吧？这个作品对吧？现在就一个只要出镜，那看人多，那咱们可以三分天下，明白吧？现在四个人不说了，就是说。但是你知不知道，你就是说，某音既然审核是多少播放量以内是机器人？500以内？错，在10000播放量以内都是机器人审核。不，它会跳，抖音是这样的，知道吧？它基础量是500以内，都是机器人审核，它会有个一级流量、二级流量、三级流量。这已经是小爆品，这已经是去年的事，中热门、大热门，知道吧？这薛总，这已经是去年的事了。现在，那因为我那好几个签约主播从我们这边都去跳过去了。它里面的内部情况都告诉你，现在10000以上是人工，10000以下的播放量全部是机器。不一定，但是不一定。我告诉你啊，现在好多就是，比如说涉及什么什么违规的，他们。这个会限制，这个我说正常不违规，他就直接人工把你杀了，知道吧？他们有人工组的。我知道，就是我建立在那，薛总你肯定不会违规。你知道抖音每天要销毁多少万作品？薛总，那我们能不能先别想到违规这次？我现在跟你说的是，薛总，你现在是正常的发作品对吧？对啊。你的作品肯定是不会违规的对吧？肯定了嘛。所以你的作品就是说，假设你找一哥拍，对不对？但是首先是发在你这上面对吧？是发在你的号上面吗？号上面也可以发一个上面啊。就是说，如果说发在你这个上面，你怎么让一哥过了机器人审核了？你要做把这个视频做的那个清晰度啊、声音啊那个都弄得好。这是我的运营师啊。是，就是说，我建议啊，你的关键词设置的好。啊，可以啊。等一下，我看一下你的。可以商量呀，对吧？不是商量，我在提议，我在提议，我只是在提议。这个事儿知道吧？就很简单，就是。我去找人去谈好以后，你们去出镜，然后呢，完了之后卖了货，咱们三分天下就完了，知道吧？这很简单。我来对接资源，我来就是在就是三分天下。对啊。那啥意思吗？不是，三分天下只是个概念，知道吧？三分天下是个概念，不是说是真三分天下，知道吧？就是说他某音上比较难嘛，对吧？然后咱们这个要拿平台要拿，就是三分天下意思。薛总。真的，你远道而来啊！我首先我这个人不错，就是说这个，绿毛呢对待那个土豪方面也不错，但是真的一哥真的是不错，你这什么概念是不错？绿毛啥意思？绿毛是他呀，他叫绿毛呀，是吧？他对于因为外号叫绿毛是吧？是，就是说一哥真的不错的原因是什么？一哥的抖音是90万对吧？假设你现在找一个不往他那个90万号上发，我知道那个不行。薛总，就是说，本人是个草根，就是我等一下我怎么开灯了？我不是我不是记者，我没照着你说这个就是对。呀，我现在说的话嘛，不是冲着一哥现在的，就是一哥这个90万，不管发不发在他上面，他是有90万的粉丝吧？对，他是有这个体量，他属于名人，对不对？对。但假设你找一个30万、40万、50万的粉丝，也可以啊。如果是女的、男的之类的嘛，也可以啊。他首先就会，那个抬
瓜那个空位费之类的，跟人家根本对瓜都对不上。但是一哥真的不错，就是说，不，但是我也不错。你知道我连白冰都能叫出来，你信不信？啊，白冰，谁啊？不认识。好吧，不是谁啊？谁啊？啊，我看样子这个全网只认识你就只认识我了。等下我搜索一下。不是某音的叫出来没用啊，叫出来那你们能在一个车上然后去直接干了吗？这个事，对吧？肯定很多复杂的事。不复杂，就是探店，他也算是做美食，他也是吃播，对吧？我档次变高了，兄弟。这你说的这个人是2932万的还是那个？对，我有微信了，你还要看一下？不用看，我先。这2932万粉丝的上海，IP 也在上海。对啊，我跟你说了嘛，我可以把叫出来一块探，只是他要探太黑标了，就跟高级的一个探访了。但我们也可以去探高级店，但是我没谈访呢，谈访都可以去，知道吧？哦，这个人我知道，这个人我知道，他还说了一个很外卖很有趣的事，他说段子蛮有趣的，但是，就是说，你薛总，你真的叫出来？我就喜欢跟这种屌的人这种碰碰，就是你真的叫出来，叫出来他也会见你，啊？为什么不见我？因为你是素人。我是素人，绿毛才是素人，我也是素人啊。他是素人，但是我也是素人啊。但是跟一哥在一块儿，因为他们是。我也是素人，我也是素人。不是你为什么会说我是素人？你百度一下我，你就是素人，没人认识你。百度一下我，因为你抖音上是素人，你抖音没关注呀？我抖音你我抖音跟你差不多混得好呀，怎么会是素人？你看你多关注我，你看看我的抖音，你以为我抖音是白名啊？但你不吹这，你不发游戏啊？不是我你50万个粉丝啊？不是，这不是我，这不是我的号，这是别人冒充我。等一下，我操，这不是我的号。那这些都不是我，知道吧？那这他四个粉丝，这些都不是我的。那谁啊？那你的号呢？你让我看你号呀。好，我自己给你看我的号啊。哎，笑死了！谁的？他都去弄我名？那这个是我的号，这个是我的。你才5000多粉丝呀？对啊，素人。我素人，这素人。我这5000多是瞎发的。你知道2000多万，这体量是多少不？你200多万，你看人家见你不见你，对不对？这是有体量的，对吧？咱说实话呢，但一哥不一样，一哥他在上海，他肯定有这个名气，人家就见。我没有。这样，薛总，我也是素人。薛总，我现在不信你能把白冰，你把他叫出来，我不见他。来，那你把他叫出来，我就是，我不信，我要跟你打赌。这个事儿我没有必要牵到白冰身上，好吧？咱不说了。就我要你，就是我不信你居然说我是素人，我不信你能把他叫出来。一哥，你信吗？素人，你信吗？谁信？我指的素人不是说是你不是素人，知道吧？这是个某音上的规矩，不是我说的。你去查一查某音上一个，就是你在斗鱼很牛逼，我承认，但是在不，我全网也牛逼，我只是没进入某，我只是没有弄，我没弄的情况下都是素人呀，没弄就是素人呀，没有弄就是素人呀，明白不？只要我一弄，我就不是素人。那你弄好以后，你知道我全网那对吧？像带一哥带你出道的那个人，就是我的名字就不提了，他在某音也等于素人，对吧？那何止在某音也等于素人，你不能这样说的。就像很多，何止是干啥的？周星驰某音号也没有啊，他也是素人了，对不对啊？哥，你不要偷换概念。张学友也没有某音，你不要偷换概念。但是那个刘德华有某音，对吧？刘德华就在某音不是素人，但张学友他没有某音啊，他就是难得在某音是素人，人家是名人啊，他没搞这个呀。那我也等于是这个，知道吧？他们会来探店，没人就是那些你说的周星驰、张学友，他不，你不会来探店，明白吧？干这事情，就我跟你讲，我并非素人，并非等闲之辈，知道吗？不要学我台词。还有那个就是说那个阿冷，知道吧？阿冷。不知道，阿冷也是素人。阿冷你不知道？我关键不关心斗鱼的事。不是斗鱼，他是全网的。某音那冯提莫你知道吗？冯提莫知道。探店的，他又不探店都是死。还有 PDD， 知道，那是玉良梦我们以前的老大啊，都知道呀。你说这些我都知道，那你说那其他什么冷我真不知道。那阿冷跟冯提莫是同一个档次的呀。但是我确实不知道。那冯提莫我知道。但是那提莫他那个就是说，提莫以前是也许也他是斗鱼的英雄联盟主播呀，我也知道呀。最早是你想我没胡说嘛，对吧？那薛总，你是不是素人？我叫运营，我不是叫素，我是一个就像经理人一样叫运营，我要联系东西啊，明白吧？
你可以说我素人，也可以说我是网红，知道吗？你是幕后牛逼的人。你那个传媒公司就是那个在上面吗？不在这儿，不在这儿。我们在西安。不，你这样不要说我在什么公司啊，是吧？咱们说个人就好，我们谈你个人身份去接受这个事情，知道吧？跟公司没关系，因为一个他签不了 MCN， 跟我说过，对吧？什么？他签不了什么 MCN？ 什么情况下？就机构平台运营，就是类似于公司。一哥，不是签不了什么公司啊？就是类似于就是运营机构一个公司要签他签不了。瞎说！你知不知道我正在旁边的是多少某音的运营？就上海、他签不了，他也签不了。是因为这个签不了吗？这个我知道。你说如果因为就是说人气方面签不了，这简直是不是就是太天方夜谭？跟运气没关系，他签不了。那所以我刚刚的意思就是说，他现在就是说很多，他那个没有提坑位费的，就是说真的把你当朋友，你远道而来，我们要在让你在上海有个美好的回忆，撇开工作不算，就在上海玩都要有个美好的回忆。我当然知道你工作是吧重要的。我是这个意思，找很多朋友。没有，很正常啊，我拍视频很正常，因为我们要合作了呀，我可以利用这个。那不合作的话，出事啊，对吧？都出好的事儿，因为我要去谈个帮忙餐呀，对吧？不是我要回个弹幕，知道吗？他们说我在利用这个。你换做找别人啊，你换做找别人啊。没这么多友情的事，先跟你讲两分钟一份，先来个10万，完你肯定不出啊，你去找别人了。10万我也不去呀，对吧？那么多人我们请，对吧？你找白云了。他绝对不会叫这样买的事情啊，白就是白跟你去看一下，就是没事是的呀。我们现在说我们怎么回事，跟他没关系，知道吧？我意思说他很够朋友，我也是啊。对，那你直说就好，他直说别绕，他也直说就好，不用绕。不，没有，这个不叫绕，这个是属于那个顺水推舟，就是说他有时候说话嘛不能太直，太直的话就会太现实。薛总，你是什么星座的？双鱼座。啊？我也是双鱼座哎。对啊。我也是双鱼座。说明你们合嘛。哦。那种双鱼座就是说，你在果断断，在生意，你有没有炒过股票？没有。就是你做股票千万别做。为啥？你会亏。就是说你在有个大决定的时候，两条路面前，在你的面前有两条路，你有以前肯定有。你会算命吗？不是算命，这跟算命没关系，就是在你面前的两条路的时候，按照你的性格一定很难抉择。就是说你的主心骨不太，就是说那个，但是有我这个朋友在，以后我给你出主意啊。我在上海就是说不说 KTV 啊， KTV 所有 KTV 妈咪我都认识。妈咪不是正规的，就是说那个领队啊，什么那个部长之类的，我都认识啊。明白。就最好的到最差的，我都认识。浦东浦西，从3000场子到500场子，我都认识。不，我们不做的事情，我们是正规的，我们不做的你说的那些事情。你去的是量贩式的？不是，我们要做这个探店是正规的。我知道吧？探店，那你探店的 KTV 是量贩式吗？对啊，正规的呀。不，它有那种商务 KTV， 但是正规的呀。我们不去后面就完了，前面一拍就走了。知道吧？哦，就是说你去也是去商 K， 但是不敢不搅人发财，对吧？啥？不是，我想问你，就是薛总，就是我们去 KTV 探店，对吧？我肯定会很尽心尽力的。就是我想知道，我去的是量贩式还是商 K？ 我不知道您说的啥意思。商 K 就是可以找女的陪在旁边陪酒的，不可以。那不是。他，你去也去这个地方，只是不找女的来陪酒。对，我们去只要拍个片儿，就是拍个视频，我们就走了，就给大家就做一个视频。我们虽然不去量贩式这种正规的，虽然我们去不正规的地方，但是做最正规的事，对吧？应该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拍摄的事是吧？嗯，是啊。就是说我们就出个镜，然后引导一下。这个视频其实很简单，就是十几秒钟就完了。我这就是我们去的地方有可能是陪酒的地方。但是我们做的事不是陪酒的事，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做的非常正能量的事，就我们去拍那个。但是我们拍完视频之后，然后你先回家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做那些事，但是这个跟你拍视频无关的，对吧？对，那下班的私下是私下，那我管不住你们，知道吧？那我这对吧？这每个人的私生活，你不能把私生活都拍成视频，那不是扯淡了吗？对不对？还好不是去量贩式，我跟你讲，量贩式好多，因为量贩式那个 KTV 嘛，它那个成本和那个利润嘛太低。他那张酒都假的，
我如果去量贩是帮人家，跟咱没关系，跟咱没关系，咱只要做好咱们事情，做事就行了，跟咱没有关系。放心，谢总，我会做很多事，那个就是说，就是三分天下。你是不是到处都旅游过？对啊。去了哪些地方？我去了广州、中山、佛山、深圳、昆明、长沙。我只去了就是南方的北方，我还没去过。我总北方你有空去一下西安没去过，但是我知道，我们现在有兵马俑，知道吧？兵马俑。这个红绿灯他妈的消失了，我怎么开啊？开过去就好了呀。啊，等一下，等一下，你先看看情况吧。这前面车停了，你就可以开了，对吧？他妈的，他们开过去也没红绿灯啊。有红绿灯吧，应该。你看右边有红绿灯了。看一下。有啊。那箭头不是箭头是高架的灯，傻逼啊！那就开吧，没关系的，没灯你就开吧。我操，这他妈怎么开啊？这为什么没灯啊？因为灯关了呀。我帮你把窗户开，你视线好一点。这里我好像开过这块。不是兵马俑，是我们先的那个啥嘛，叫灵魂。有缘有缘。世界，我们这里有兵马俑。啥意思？太有缘了。正好兵马俑。有兵马俑，有兵马俑。然后我们还有西安的兵马俑一个主题酒店，进去我全是兵马俑，跟兵马俑睡一块儿，知道吧？那个地方有厕所。我天天都能看到兵马俑。啊？我天天都能看到兵马俑。为啥？没什么，没什么。没啥。他妈的，这个红绿灯没有，怎么开？我操！这里我还来过，有点印象。哦，这个是轻轨到了，马上就到了。这里是五路。没有张师兄，我2016年看了断断续续，我都不看了。而且我做直播那天，我都不看直播。大降度。2019年的话，我就直接去卸载了。然后至于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知道吧？但我知道黑人这个人，洪斌也知道这个人，但是没见过。今日见，就是说。如同拨云见日啊，茅塞顿开，真的是。我学到了，就是说我前两天一直在看戏。哎，对，你妈现在怎么样了？略微好点。略微好点是现在是。但是我心里面还是。那你爸难受。你爸呢？我爸很好。不是，你现在你妈这个谁照顾？住院了都。啊？住院了。能行吗？能行。那现在谁来照顾呀、啊？你妈？现在我拿我爸照顾。啊，意思你礼拜四先出院是吧？出院我还买了很多器具，就护理床垫啊。那应该呀、啊。是应该。哎，你结婚了吗？我都差点结婚。差点结婚，那就没结婚是吧？拿了好几次，差点结婚。你呢？我以前早就结婚。这里面差点说。我都把我的隐私告诉你了。那你们，那我也没结婚啊。啊，我也没结婚。我给你发微信，然后微信不懂，私下找。不不，我给你发微信。你说我把那个什么？那发给我，有没有结婚？等一会儿呢，我今天在直播，然后我过来。那你告诉我有没有结婚？没结婚。你点头或者摇头。没有结婚。你或者点头或者摇头。没有结婚。我跟你讲。成功人士都是很晚结婚的，不用在意结不结婚。你像，那你现在有没有女朋友？华仔48岁才那个结婚，周星驰到现在还没结婚。这种他们不缺女人，他们都是结婚结的晚。我现在没女朋友呀。没有。对啊，我就等你到上海来，我不要太开心，我都等你帮我介绍呢。我自己都泥巴过江。我跟你讲，按摩店都是女的，然后 KTV， 然后我们到那边本来就是以着传媒方式，然后拍视频，然后女的会觉得我们很牛逼，知道不知道？我们就看那个，然后跟人家讲。这没什么牛逼的，人家不认你能玩，知道吧？啊！我告诉你，即使只认钱，不认识你的牛逼，听我讲，真的。那坐台女，风尘女子，我跟你讲，也有一些是那个，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曹操？我告诉你，就是那个这个时候就是卖，就是这有句话，你们也。好，不要太敏感了。笑贫不笑娼嘛，对不对？人家不可能给你那啥，知道吧？看你牛逼的，要只认钱。钱虚总是没问题的。你再牛逼，你没钱，人家不给你，对吧？嗯。你懂我意思吧？我们快到了啊！工具准备讲，我们要拍视频，我们好好工作。
哎，不是你，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地方的，因为我对这不熟，等会儿让我看一下。好饿啊。徐总，我有点紧张。齐乡村是我们以前那个，哎，算不说了，这边不说了。哎，别乱说话，他没分了，他没有扣分了。他那个没有什么，齐乡村只是个地名，好地方，就是笑话的。来，一个小花花这个地方啊，大家就是我们西安就是有这样的地方。小伙子，来姨给你说个话的地方，明白吧？他我看看有个刷齐乡村的，我爸在西安待过一段时间，还蛮有缘的。我爸在部队时候在西安军事学院就是学习吧，待过一段时间。徐总，所以我爸对西安比较。徐总，你跟王教练性格很像，双鱼座的呀，也许是那个共鸣吧，有缘。你跟王教练真的性格特别像，双鱼座的性格差不多的呀。薛总，我真的很开心，知道不知道？薛总，我今天真的很开心，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你跟王教练像，我们等于多个伙伴，让观众们就不会说我跟他像，知不知道？知道吧？啊，我跟你讲，就是这是一个好事，他很真诚善良，对吧？对，你跟绿毛像真的很，因为什么？你现在做的这个动作跟他都一样的，你看。你过来看看，你们俩都在用同一个视线。你看，问一问红兵撸猎人啥？撸猎人啥意思啊？撸猎人啥意思？就是图门烧烤，啊、不是木屋烧烤，你们那边有啊？木屋烧烤啊，他都会说那个一个餐具上都会说撸一发，撸一发，那撸就要撸啊撸，开撸。怎么停呢？帮你看一下，那里面有停车场吧？哎，不是啊，这个地方进不去啊。撸猎人，那薛总，你跟我要打一把撸啊撸了。你薛总，撸薛总，看这个路边的门。就有啊，你们俩真的双鱼座，你看他也是左手拿着手机看弹幕，我现在明显右手，你看我这么一个竖的情况比较好一点啊，这个点应该没人贴吧，我看这车都停半天了，嗯，他说会不会贴条啊，徐总，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吧，命运让你来抬我们一下，啊，对，三分天下，积福报啊，积福报。哎，我最讨厌听到福报两个字，别说福报了，福报这个字嘛，别听你说的。徐总，该解释一下你的福报论。徐总，你要解释啊，一定要给他解释啊，他现在不喜欢听积福报，你要给他解释。福报两个字吧，福报两个字嘛，不能就是说用福报这种，我操。啊，那个报这个指标说王旭把门开下呀，王旭那自己下去了，没有没有，你开呀，那你现在黑了，我看不清你有姓氏啊，好，谢谢啊，应该的应该的，啊，这地方不好停车的，那你给我个位置停停啊，你给我个位置停停可以不啦，我不点停车啊！因为挖土机进来，我这个是找位。我付点停车费啊！你付停车费，我这边也不行。那么他们不是停的吗？这里面的车、啊。这是四五车辆，马上一会儿大滑车，这车都掉了，挖掘机都过来了。那怎么办？就想办法找个位置嘛，师傅，帮个忙呗。我没地方给你找位置呀，我这呀。我这里靠边停一下，或者是前面那个停。不管，你要停就停到白车那边。白车靠边。白色靠边啊，接近那边靠边，嗯、行行行，对对嗯行，你不然的话，啊一会儿又大挖掘机又来，你好就麻烦了，嗯，你对往边靠，往里边边上靠，这样可以吧，师傅？你这边不管这个车子
就我窝那边掉，打这长这样放。打。这么久啊？我跟你先说一下啊，一会儿咱们这个店是我新开发的，我跟你说过了。哦，然后呢？我需要谈个有5分钟时间。说哦，你要谈是吧？5分钟，然后你尽量你看着，你看能播就播，播不了就啊好，回避一下。然后第二就是说，本来说考虑说好的事儿，但考虑太远了，你过去是吧？哦，好，没错，没问题。就这近的很，这算最近的一家店。嗯，好。然后加上还有点排面吧，就是那意思。好，走。但是我这路不熟，你看。这个地方在哪儿呢？嗯，你看我这，我也得找。嗯，你能不能？没关系，万一谈不成，现在就是去。操了，留个号码，留个手机号码。你留我的吧。我万一现在一说，操了，我这取了。留个号码吧。啊，万一现在是取了号码的话，这有。好。然后你现在给我找，哎，是哦，对，这儿，上海对。没事，去吧，我在后面跟着，没事。嗯，好。因为这个你知道，我8点才加的微信，你刚才看了，是吧？哦，好，去。就你考虑我7天前就加微信。嗯，好。我们继续走啊。是这样，嗯，你们俩现在等一下，因为我们一哥去换的，好吧？好吧，我等5分钟啊，可以吗？嗯，好。啊？那说走。一块走。哦，一块走是吧？哦。你俩再等一下，我知道，我在等你。走！啊！你们干嘛呀？他妈的就我。等一会儿。哦。我们坐远一点。我们坐远一点。不，我谈个事儿，马上你稍微听我一下，5分钟进去。嗯。等5分钟好，你薛总，你不把我们当自己人，我也要听见。不，5分钟后你再进来，谈好以后你不管好不好？我安排好了。你先等5分钟，我有我的这个就是谈事的一个思维。哦，好，等一下，好吧，你别浪费时间，好吧？好，薛总，顺利啊，一切顺利。就我要进来吧？对，咱一块进来。他我也要进来。咱俩的事嘛，你刚才说了嘛，我说找他一块。他说他同意在谈呢。嗯。哦，那么有快，那么不进来。哎，你好。人呢？我刚联系过。哎，你好。您是店长是吧？啊。我刚跟你联系，我就探店的这个事儿。在哪里工作？就是您电话吗？啊，是吧？然后我看，我叫了这个裴仁义就过来，他也就是咱们就是也是个当地是一个健身的，他就是我们在负责维持这个赛道。我跟你说过是吧？我操！我他妈突然觉得我好。在西安那个是吧？对，是在西安的那儿。西安的，然后我过来上海玩10几天了。我查过你的，你现在就一级，而且你的。不是我2级了呀，那一级呢？你查过我？你看人家都让我几级？级别？你别跟我讲，我是掉下来了。因为我是被疫情封，我是掉下来，不是我家4级掉了，我没有做事，就是说我没有一直没有拍没有库存，它会掉的，所以我现在想办法，我得养这个号，你明白了吧？所以我在找我们就是跟人一块配合，把这事儿做好，先拍摄，是这意思。那是他也是，你也知道他这个身份，对吧？都跟你说好了。
你这个我你现在你这个你选的这个品也不是现在我们主力推的这个品，我那可以你们可以这个就算商量嘛，你们想推什么品你们上我们拍就完了，就我只要一份钱吃，你懂我意思吧？咱们不用过来跟你要流量，就是一份拍完后我们要搞这带货，就新带货，就是他我们互相就是能报的，你知道吗？个人 IP 回头我们微信上聊吧，好吧？微信上聊。那你为什么今天我就来了？我今天不开，我这厨师都下班了，怎么办呀？啊，你不说是说你能不能说我这成了？不是，我们没搞懂，我今天厨师都下班了。我操！我他妈！还好我戴着口罩。这个他们不愿厨师下班了，老板就说了，到时候你问老板是吧？下回谈好以后就可以过来。就是做这个视频啊，不是，关键那我以为你们，我看你写的上面十一点之前到店什么，他那写着呢，你知道吗？那看去考虑吧，考虑可以。啊？考还有备想法，考虑我谈的比较时间长，这时候我才谈的。他说下回谈好以后就可以过来。刚你听原话，这老板我也没不认他，对吧？不是不认他，就是才还要换。然后呢，就是说还得换。啊，还得换，那就是烤鱼。啊，你看啊，去吗？啊，都随便。不是我二选一，为啥我又不选？我万一这个他这个不折价，一分不赚。这种怎么说？厨师下班了，他们写十一，他们在上叫十一点之前。那就去吃烤鱼。真的假的？下班了。哎，你确定烤鱼能吃啊？别人又白跑。老板说，我知道。去的是原话，说厨师下班，他做不了呀。啊。哦，那还行，那我们去吃烤鱼吧。我不是，我已经谈下来了，老板说是行，但是厨师下班，不是我的。那我们去吃烤鱼，不也下班了吧？所以我先联系一下。啊，你先备着。遇到烤鱼又吃不成，我老板就不信你了，我跟你说。这大家都看着，这个我都跟他说了很清楚了，我八点多加了微信，想跟你，没关系，你赶紧联系他吧，赶紧联系。这就是刚才这个人啊，我和他已经饿得不行了。不，这个不说上台。这个电话没有？来，你看一下，是八点之前加的，因为我这为了这个。但人家也没答应你啊。他没答应我，他说，刚才不让你看了吗？你看，说可以啊，你看。我说这个，你看，他说了嘛？你看，不是说，那就是他以为我是骗子，那我就说，看，收你两百成本，对吧？但是我可以挂了 PYL， 我跟你刚不是说过了吗？那就下一家吧。好饿。他认为我，但我不是骗，咱们来了，血糖了，骗他，对不对？行吧，是吧？我没胡说。嗯。哎，徐总，这家店叫什么名字？这叫不出上海。就这个嘛，就这个嘛，不出上海。你看我这号呀，我没有说是我八点之前加，你看咱们，你看晚上八点十八分加的，我也是为了这个。尽快让你行知道这个事情，我们干。没事，那个三分天下，你再去问烤鱼。啊，对啊，赶紧啊，饿死了。对，拥抱斗鱼。斗鱼也已经饿得不行了。是啊。这是港式的吧？还是本帮的？还是港式的？不是本帮的。这个就比较高档一点。烤鱼是我基本上我几天前说加微信了，然后。芝士烤三文鱼，还有刺身生贝，这地方吗？要不就在这边吃吧，薛总，请我们吃吧。人家厨师下班了呀，没厨师你问他厨师下班了呀，不是我不听你坐呀。你刚一哥，你刚听到没？厨师下班了吧？对啊，是吧？是不是厨师？你刚听到没？厨师下班了。是，因为你说话呀，说老板是不是说厨师下班了吧？嗯，我没胡说呀，厨师下班了。我觉得老板在忽悠你。我现在进去假装一个陌生的顾客，你可以，我说我现在要吃东西，他说去，他又说没下班了。那你去啊？不，你去啊？开玩笑，为什么？你这样不说一个节目效果，一个是这吧，我们能不能先去会场？我直接可以进去，不用说。去什么？先去浴场。我们要吃饭。我现在开着直播，你让我去浴场。我刚才你跟我听到，让我随时去的，对吧？浴场现在太早了，这。我们肚子饿死了，真的。我们要吃饭。我只是想吃顿饭，就这么的。那我现在连，我比如我餐饮的话，还视频在吃饭啊？就是
锤动，锤动呀，咱就主要搞。所以再联系联系，不急，没什么不急。哎，赶紧联系一下考虑吧，薛总。嗯，考虑。真的地震了，我真的我没跟你开玩笑，薛总，我现在头好痛。我地震疼了一点。早知道应该把这碗面吃完的，没想到现在还没吃。如果烤肉店吃不成，我觉得就没必要找他了，这个有点不靠谱，连顿饭都吃不上，还别说三轮面上。你薛总离你只有两米距离。怎么说？不对你。不要对着我，你看，看。他们说一般，你看营业到几点？凌晨四点。凌晨四点啊。然后一样，你看我们吃好点串是可以的，麻烦你了。然后随时都可以了，过来。对，哥说我们先过来。哥，现在你没联系好啊？我现在可以随时。他说，你看这老板说的话，随时。我靠，这开过去还蛮远的，万一这过去还是一样下班了，或者怎么办？那是直接预场。你们下班？不是，现在他人家正忙着呢，这个时间段你知道吧？你看我联系的呀，不是不联，你自己看我们记录嘛，这看随时可以过来，还担心我们不喜欢，然后呢？把定位一发，你看到没有？他们说，你看他们是一般我，除非啥某情对吧？他你看，营业到我你看，凌晨四点，他就像自己说的话原话。发语音啊，不然你个谈。我说了呀，这我现在去找客户呀，我给你之前我早给你发过呀，这个定位，然后我给你发一遍。不有一事，他不是他这个东西不是说咱们，对吧？这我可天天就很好了，我可没有在胡说。我只想吃个饭。吃饭呀，对吧？那去到底是有的吃还是没得吃的？那只要他说的，你看那时候写的凌晨四点，对不对？那我们就先过去。那这现在十点还早的呀、啊。那我们先过去吧。你看，就看你愿意相信我了。但是过去可这种事情啊，都是变故，对吧？这不是说相信，万一那家出去下班呢，我咋办？这个过去还有十多公里呢。那啥意思？那去不去？不是去不去？这万一。就吃不了。你刚看我的微信。薛总，先去我旁边吃点东西吧，肚子饿死。那你请啊？不是，你请我，没多少钱。咱们这我来的目的是喝，是吧？咱们这是一个事情。但是我肚子饿了，现在更。我也饿呀。我吃完以后，我们去工作，预想什么都可以啊。说关播以后，我可以先请你一顿，都无所谓。但是现在就当关播嘛，先当。不，这是已经开始播了。外面你在这边等我，你先请我。兵马归营嘛。不。咱们现在说好去的话，看人家上面一刚刚也看我微信了，是吧？是老板的这个真实对话。那我现在我没骗了呀，薛总。我也饿了，薛总。那你先垫点。没东西垫，我现在旁边有碗面馆，你请我吃碗面吧。我们要工作，咱们现在是烤鱼。工作你别笑了没呀，烤鱼啊。十公里，刚一个你刚看了没有？好吧，10公里。10公里，走吧，走吧。10公里。你不是你刚看了没有微信那句话？你看他到底厨师有没有下班啊？人家说凌晨四点，你看，你看一个，我们那没问题，这东西我，对吧？你刚看了没？你走啊！分析一下，你分析一下这个事情，你分析。如果烤肉再吃不上，你让一个分析，我分析，我 CPU 不行了，我 CPU 超标了，炸了。一个，我也没开玩笑，要一出去下班了，我没办法呀，我也不会做海鲜呀，对不对？嗯。哎呀，真的，那个薛总啊，我们就别多说废话了。先过去吧，如果吃不了，你就摆下单就。不是，厨师得上了班，不是说吃不了，厨师他下班了。我说去那个烤鱼啊。对，可以，无所谓，知道吧？你买下单好吧？这个不会买单的，这个是说好的事儿。一哥，你刚刚看了没有？对吧？王琦，我打个电话。王琦，帮我拿个直播间，我打个电话啊。薛总，买单吧，那就，实在那个的话，好吧，薛总。哎呀，我好饿啊，张师兄，我都饿死了，我靠，我确实饿了，我代谢很高的，好吧，那碗面我就吃了一半，好不好？好了没有？没钱。嗯，你以为我吃了多少？我没吃多少，我少食多餐。我现在少食多餐，各位，感谢张师兄支持，对吧？我这没吃多少面，我就吃了半碗面，吃了几片牛肉，吃了点木耳和那个海带丝，热量又不高的。没关系，我都想好了，如果这一顿吃不了的话，我们三个先跑，或者我让薛总买单。我相信他那天既然能拿出400块钱转账，他买个单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啊。
上车了。那个怎么说？他说去啊，先过去看情况，不行，实在不行叫他买单吧。可以上了吗？上，你可以上了，你可以上了。我跟你说，这个事我要解释一下，不是说这个事我也跟你先说一下，那个薛总，这个他妈的我。这车他妈挺费油的，我知道大这费油，我说对，不是我也不想，我这一路开过去他妈的一个来回长宁区他妈的还得10多公里。你听着，一哥你听我讲，这个事我也跟你说一下，我是不是跟前也说过，我说是这个选全最近的是吧？你也说最近的可以，不太远了，但是我说让二选一，我也考虑到这个咱们路程问题对吧？所以我才说是，那谁找我也不知道，我上海的厨师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么早下班呀。在我们北方西安的最起码在11点12点下班了，对不对？他那都，你看你听到了吗？你我没胡说呀，这不是我要这串演这个事情，对吧？我也是为了降低这个成本，才选的这家店。薛总，为了证明你的话是真的，我希望烤鱼那里面是我一个包的，王群。这包应该在后面，没人拿你包呀？你看一下，那有个那个包，啥包？后面有个包，地上有啊。看一下手电筒，是不是包？哦，这个包他妈的，是不是包？在工作室啊，对啊，我就说你啥都没带回来。谁有充电宝？我有。你有？那这儿我的线不对啊。没事，我这里有线。你就有充电宝。我手机快没电了，但是啊，没事。我也有充电宝呀。哎，给我个。啊，我充电在后面，等一下我去拿。去拿。别，我充电宝。没事，我用完骑了。对，哥，没事，你用完。这挺大，这快充的啊，这是马上一。我有。这个事我一定要解释的，我说不是。这不是骗啊，这是临时又突发情况。我知道，没关系啊，你那厨师下班了，我也不会做海鲜。你这个烤鱼，老板，戴眼镜的老板，你们也看了对不对？老板说厨师下班了，他做不了呀，他也不会做呀，我也不会做。这个我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会不会出现同样的情况？就是过去以后，他厨师还是下班了。不，一哥，你微信你还要看吗？我说行，你。不，微信咱就不看了，因为你前面那个微信你也跟我说好了，就过去的时候收200，跟我就收200就200。那这厨师下班不是我不安排啊，厨师下班我。薛总这样吧，现在咱不会做饭呀，你就请个客好吧？不，这个事儿咱不是请客可以啊，你不是请客问题，咱们这是工，这说好是这既然是来工作了是吧？不是说好的事吗？请客是官博一块钱私下。我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烤鱼吃不了的话，你是不是请我们吃？可以，但是得厨师得上班呀，咱我也不会做。问题是厨师在不在呢？我们过去了。他是的，他写的你看很清楚，凌晨4点看。啊，那就是一个你是看你们，我是不是对话看？你们应该是几点看？凌晨四。哎，我饿的都没。他写的很清楚呀，那厨师他下班那跟我没关系啊，是吧？我也不会做饭。我知道我们没说这家店的，我就说下一家店厨师。这是一个额外情况，不是我在预先这个。他在搞谁知道吧？这是我也没办法。老板一杯鱼了，不是老板在那坐着呢。你们刚才也看了对不对？他人家说了厨师下班了，我咋办呀？我不能逼着人家老板做，老板也不会做，我也不会做。你让谁做这个饭，对吧？那黄明还能忍忍吗？我能忍，你能忍？我也能忍，你能忍吗？能忍，赶紧出发吧。我不饿的，我你不饿？对啊，我不饿，我不是吃过了，我做事我都不饿的，知道吧？会不会他妈的兜一圈这个？啥都没吃到，光花个油费。不是一哥，这个不是我在，你看，我是好心办坏事啊！我想着这块有排面有海鲜，对吧？那这厨师下班那跟我啥关系啊？我又不会做饭呀。厨师上班就可以安排，厨师下班你刚刚也听到了，我没胡说呀。厨师下班了呀，对不对？先走啊，先走。各位，要么我再去看看他去。不是，你要相信我呢。这厨师下班，我肯定信你啊。这是临时那个情况，这不是我能左右的厨师的问题。你们那厨师过来吧，这么晚了，对不对？于心何忍呀？饿了，各位，我都没力气说话，提醒他，我头好晕，我需要吃。你要么再打个电话，我看看。不用打你，好，我当你面打。不是，跟打，人家正忙着呢，不是说我。那万一现在接了呢？好，看，人家这种店是属于那种卖夜宵的，你要正忙着接客人，你说咋？你看。不接的，你知道吧？正忙着呢。他说随时可以去，随时给这块，随时啊，一哥，你会看字吧？是吧？不是我在给你骗你啊，高姐。你听，看，人家正忙着呢，知道吧？他是小店，就是没是没排面，但是他是也是烤鱼啊，明白吧？要是万一老板不在怎么办？你说你。你看微信，你看，我跟店员说过了，
明白吗？啊，那就赶紧过去啊！说过了，不会的，放。看、哎，这他说这句话是真实的，这没这没造假呀，我没胡说呀。走。关键厨师下班这个事情，我也没办法呀，我也厨师对吧？走。我也想让大家吃海鲜，但是厨师下班，你明白我意思吧？那就下次带我们早点来吧，好吧？那这那我白天我在做事啊，我到十号去九点半。那这里到底能不能吃起来以后？那下回咱们七点过来行不行？厨师应该不会。你问老板吧，我不知道他七点有没有空。所以我对上海这个餐饮啊、哦，我也不太熟悉，说实话呢，对吧？那我这是这么早下班。哦，那倒是啊。我也对吧？我也不是故意的呀，对吧？那个啊，那灯没关，门没关好，还是没关好，再用点力，再用点力。我还帮你车呢。是的，张师兄，我现在饿得一逼。我没帮他拉，你帮他拉一下，帮他拉一下。用力点，开了吧。好晕啊！不是一哥，关键你饿不饿？我那个还行，对吧？我还行。一会儿是这样，我不是，我当时没有说给老板说这么多人，你知道吧？就是说啊，你们一会儿再等一下，等我谈好，咱们进去该吃吃该喝。还没谈好？不是，你听我讲，我是这样啊。我当时说我是跟黑人一块过来，明白吧？如果多两个人，老板会有介意的。嗯，说好以后，咱们说，哎，我们两个朋友是，比如说他们是这个，他怎么介意？他其实无所谓啊，他就这点东西，对不对？无非就是多两张筷子嘛。啊，对啊，是吧？少吃点，那可以。但是问题是啥、啊？你多吃的钱那要花的呀、啊，你明白吧？没有，不存在多吃。不，套餐里烤鱼就这点。不，套餐里面包含的东西就是那么多，你能明白意思吧？咱要吃能吃亏，多这个事儿我可以多出来我自己付。嗯，这次所以他妈的就是这先得去吃啊，这万一他妈到洗浴的地方这按摩一坐好了，这他妈、啊、那就真得花钱，那就不是几百块那就不是几百的问题了、啊、你说是吧？几千，你万一来个什么2988、1688谁吃得消啊？还得又回到那个问题了、嗯、那这只上一次当呀，对不对？对只上一次就上这一次也蛮厉害的了，薛总，一般人一个工资，我这他妈我们四个人去四个2988他妈得10000多呢啊，4个2988咱就10000多呢，这四个2988不就10000多了吗？2988三次12000啊，只骗一次老板也吃不消呀，12000呢是这逻辑没问题，但是那四个人里面肯定会压一个人，那我先跑了，我先跑了，这个逻辑就按照这个逻辑吧，那我先跑呀，对，就没毛病，你先跑，我也跑呀、啊、我也没钱、啊、哎我操，你看我有毛用啊，我又身无分文，太他妈难了，那肯定有一个啊，我不要去28，肯定一个跑得慢的买单嘛，对吧？不是我，你们三个就好了，我不要进去，我在外面就行，让王琦留下，可以 啊，对对对，都可以，反正得有一个留下啊，我不要留在里面，我在外面就好了，我又不进去的，你们三个去按嘛，我负责守车呀，我不要按摩的，现在从来不按摩。他们说年收入500万的留下吧，那么意思让薛总留下，我留下干嘛呀？万一不是我已经跟他说好了呀，我留下干啥？对吧？这种事不能，这种事发生概率就0.1%，知道吧？0.1啊！你知道为啥不？我就这么说不。除非某人，比如说咱们现在正探了12点倒，这样吧，我们就是去这家店去了以后呢，就这样了吧、嗯、不管是谈任何不谈成，就在那边吃了。可以，好吧，可以，好吧。但是问题是，不是这我也就我的问题是，是谁买单？我买单。你买单？可以吧？好，行。因为我把大家叫过去，对、吧？那大气，大气，那大气。但是这个本来也是我我的事儿，但是确实厨师下班了，一码归一码。那厨师下班，我又做不了饭，老板做不了饭，对吧？那。你们啊，没事，对吧？行，那就有这句话嘛，就咱们走吧。可以，没问题。吃顿饭很正常，但是问题是我得把这事情，就是这是工作呀，这不是我要愿意就会去吃呀。啊，因为这种事情，所以一个让你体验一下，以后这事情看，比如说我接到单以后，你得去呀。嗯、这个路程，你可以选择，你看，比如你一说，哎，不行，太远了，或者是哎，可以，就说好以后得去，再远得去。如果不说好，他可以选择性的去，嗯、明白吧？但是薛总啊，你也要提前。
联系好，问一下厨师在不在呀，对吧？那万一厨师又不在，没关系，知道吧？他店里面的就是营业时间。会不会过去以后那边厨师也不在？这应该不会啊。那我咋？那可这事我没办法控制呀，李哥，你懂我意思吧？那这事你让我咋控制呀？那厨师下班以后他跟我不说呀，他跟我不说呀，对不对？厨师有事，这个不敢保证呀，对不对？那就在旁边吃，你买单好吧，薛总，可以吧？可以啊。啊、哦，好，那也行。感谢薛总，薛总积福报了。感谢薛总。不是。积福报、不是积福报，这个事情是这样啊，我买单也是买能上抖音的团购的单，我可以买。啊，没关系。什么叫买上抖音团购？比如说我去拍摄一期，我自己团一张券，明白吧？啊，因为我们现在一定是工作。啊，明白。因为霸王餐，我相当于给大家弄个霸王餐。今天谁也不会发一分钱吃饭嘛，对吧？啊、包括洗浴也不会发一分钱，就、嗯、证明啊，要、嗯、证明啊，对不对？你肯定要证明一下，你再不证明，我们老板不会再给你。这个东西一码归一码，对吧？他、哎、说好的事儿，这个邮费我出了，啊，没事没事，可以哈，邮费我出。但多出来的东西啊，那可要额外，你不能说让我去买啊，对吧？嗯、套餐内 那个洪斌说多出部分他买单，大气的呀，你们两个。我们这是因为这里跑过去，我看了一下，还得他妈的开个13-14公里，哦、蛮远的。我当时因为长宁这个地方离我那个杨浦区开回来他妈的都得30公里。我当时建议是烤鱼，然后您说啊，离近对吧？我当时建议说第一个路线有点远的，确实远，确实。但这个事已经接上了，就说好的事你得去。如果是下回说，你想想看，就是这一个单大概团购是多少钱？188。不，它有的品不一样，就是3到4，那对吧？它6到8，2到3，它价格是不一样的。对，那你别说一两百，我开过去一个来回，他妈的我邮费都得两百。嗯，对啊，对吧？这车费油嘛。那我知道，所以我就跟你说这个事情吧。行，没问题，他妈既然大家兴致这么高嘛，我就是证明款配合你工作，那就这样，啊、咱去一次。那咱们以后就接到之后呢，对吧？咱可以选择性，你感觉远可以不去，但是你也可以坐地铁呀、啊。地铁便宜、嗯、对吧？这懂我意思吧？嗯，哦，好吧。你那坐地铁不是心态更暴涨吗？万一过去像他今天厨师下班了，那不是更暴涨吗？心态那省钱呀，钱没花呀，对不对？那钱不是没花，花的少啊。啊、哦，薛总，就是你现在平均一个月收入多少？我真的太饿了，我真的生活力气都没了。我现在说实话，三个月还没收入呢，因为疫情。不，说实话，疫情的比我还差呀，薛总。我这两个月都赚了200块呀、啊，你居然三个月没收入、啊。我老被封控，你知道吧？人比人气，一个红码，这一封控+3，对吧？那、嗯、没办法出去，你要饭要出去要呀，对吧？比我还穷啊，各位。我以为我已经够穷了，两个月才赚200块，他三个月没收入，我真的，全靠这霸王餐把我养活了，是吧？说到了，但吃饭我不花钱呀，明白吧？你干嘛呢？没有收入，但是我们真是痛饿不死，懂我意思吧？这个行业让我饿不死，我真是笑死，笑我眼泪都出来了。你靠霸王餐，我靠老板，嗯，咱们这是有缘分，我靠。真的是有缘，连积福报这个理论都一样。封控在家里面，你是真的就吃不了。我真笑死，自己点外卖了嘛？那不就吃不了？我还惨，对吧？哎、那天他哪里拿出来400块钱？对啊，那些400块钱是哪里拿出来的？哦，你的积蓄是吧？对啊，我之前不是还啊？那你比我好一点，那你比我好一点，我没积蓄的呀。你好歹还有积蓄啊，薛总。哇、哎，那你比我好多了。嗯，哦，那天炖羊肉也是你买单啊、哦？嗯，200多是吧？不是，一会儿过去看好吧，因为我对这不熟，明白吧、啊？不是，我说那天啊，你第一天来的时候，啊，那个羊肉也是你请的是吧？是啊，哦，你问一个嘛，对吧？200多万那羊肉，因为我要证明咱有诚意的，啊、不是在开玩笑的是吧？啊、我知道，没说你开玩笑啊。你看，我们都跑来跑去，累得要死，又饿得不行了，对吧？我知道这个没有开玩笑，工作就要很累啊。咱要是今天关播，咱兄弟们之间可以去随便玩。这个世界上工作，这是我知道，今天是来工作，不是来开玩笑的，是啊，对吧？哎，我没有嘲讽他。说好的是7号来工作的，我没有胡说呀，我也来工作。我们也在工作呀。对呀、啊，这工作，工作就不要说吃饭的事儿，把活干完再吃饭，一样，或许也是先干活、啊，对吧？嗯。不是民以食为天，各位，这个人为财死。当然，你们要自己要饿的话，可以买点包子啥的。没啥、啊，这个东西，对吧？我们限制你们吃饭呀，对吧？我们说让你们现在不吃饭呀。
但是我不饿呀，一个也不饿。你俩饿的话，你可以先进来。我就要去吃烤鱼，我什么都不吃。现在去嘛，现在去嘛。我也在忍耐，我也要吃烤鱼。我好久没吃烤鱼了，薛总。我一进去，就是说，反正你们工作，我们工作对吧？对啊。反正烤鱼先上来。哎，对啊。不，等，先拍我。我这个烤鱼上来以后是不能吃的啊，还不能。烤鱼上来不能吃。你听我讲完。不会再拿到别桌给别人吧？烤鱼现在不能吃。对啊，要完整版。还要我亲身。对啊，你吃完以后怎么拍啊？对不对？你懂我意思吧？我都说要工作才能。才能吃饭呀，说得很清楚呀，第一天就说很清楚啊，对不对？这我没有胡说啊，这流程。拍拍视频吧，不能吃我发个朋友圈怎么行？对吧？哎，我发个朋友圈应该没事吧？可以啊，你发朋友圈没事。没吃，只要你不吃，这样叫也不吃。啊，我不吃，我姐姐。我们过去干嘛去了？你知道吗？过去烤鱼不能吃，过去干嘛？拍完视频以后吃，拍完可以吃啊，对对，我拍完那你快点拍啊，我饿得不行了，我弟弟老累。不说快点拍，还不能快点拍。这个就说好，跟一哥要出镜，就有一个引流，知道吧？要说好。要拍多久？这个你看一哥的状态，十分钟啊，已经拍完。哦，五分钟能拍完，那要看当时那个状态。这我没胡说，这是一个，你懂吧？那说好要出镜的。哦，懂，对吧？短视频嘛，这你一哥也拍过，要看状态了。可能一个状态吧，半小时也可能啊，还有半小时，鱼都凉了呀，关键是能不能再叫他热一下，对吧？鱼都凉了半小时，拍好以后咱们都可以吃了，对吧？啊，就这意思。我这个是我一开始说好呀，拍好以后可别让它加热一下，现在天气有点凉，鱼一加热都碎掉了啊，还要吃凉的呀？不会吧？万一吃了拉肚子怎么办？那所以说咱们你别多说了，这薛总他妈的三个月就靠指望着这个了，咱应该相信他啊。好吧，对啊，我信，对吧？你这三个月他妈的都是靠霸王餐的，这应该这点应该有把握，真的。对啊，我真的是这样的呀。啊，好厉害！你这三个月吃饭都没花过钱，没花钱，就是我们可以探店啊，我们可以探店啊，这真的不骗你啊。这么牛逼的吗？这么牛逼的吗？虽然没有挣钱，但确实也靠也花不了钱。哎，对，是，就一正一反刚好平了，明白吗？就这个道理，知道吧？啊，我蛮佩服你的，薛总。我没这个能力，没办法，我只能跟着老板混混吃的。那你还牛逼，那你住是不是也可以白嫖？不，住房是住房，跟咱没关系，好吧？我以为你住也白嫖呢，这么牛逼。那你一天吃几顿呢？一天就三顿呀。啊，你三顿全部可以吃霸王餐？早点不算啊，早点无所谓的事情，这中午饭跟下午饭都可以。哦哦，对吧？牛逼啊！二是说，早点我也不太吃，有时候吃哦，少吃的是吧？哦，那倒是。关键是他不只是吃霸王餐，他还可以洗浴、对啊、按摩。我主要是洗浴，不是我跟你说。我之前有人说过呀，这是我已经这样子说了好几遍了。主要是洗浴，那你天天洗，这个对啊，我主要是就是这个。修为板块的一个这样，就是一个这样一个，知道吧？啊，我一开始跟你说的对吧？我没说错，这餐饮这块我带可以带，但是说这块利润大，知道吧？主要是靠洗浴这块。白天探美食，晚上探洗浴，没毛病。吃喝玩乐一条龙服务。洪明都睡着了。洪明不也不饿，就我们工作为主，工作为主。洪明都睡着了。一定工作为主，必须要工作。我不要白。洪明是因为饿了睡着了。我已经。你来没吃饭啊？我指望这顿烤鱼，我说从早上到现在没吃，我一定，我今天绝对不会买馒头来垫肚子，我一定要感受到薛总的温暖。嗯，我现在就吃饭，今天晚上真的很严肃，拍视频以外，我没胡说，我来这工作来了，来这咱这做事的，知道吧？是，包括我跟一哥当时说的很清楚，做事才能吃到饭，不做事吃不了饭的，知道吗？行，为什么不做事吃不了饭？因为你不做事，你得花钱可以吃到饭。我们霸王餐必须要这样。薛总，你那么有钱，就算不做事，你就请我们三个吃也是。钱没关系，这是我们的规矩。我知道，我吃霸王餐的规矩就是不花钱，对不对？不能坏了规矩。是。那薛总，等我们关播之后，晚上有没有一顿宵夜？没有。就我跟你把酒言欢呀。你请可以。薛总，你怎么那么抠啊？这因为我远道而来，对吧？一千公里找你了，你是不是就是要请我一顿？来西安也一样，我跟请你吃饭，你有没有？人情世故，人情世故，我们要这就对，应该的，对吧？我一千公里来请你了，你会请我？节目效果，我
节目效果怎么说？你说我官播我会让你请客吗？对。节目效果你也不差那点钱嘛，对吧？我差，就是说那个就是说，我差是差，但是我不差人设，人情世故知道吗？毕竟地主之谊，这个是应该的。你远道而来到魔都，对不对？我要让你尝尝本帮菜。对啊，等你什么时候，因为你工作实在太忙，等你什么时候有空的时候，我带你到上海老站吃正宗本帮菜。比刚刚那个海鲜馆要好。可以。还有外滩十八号，那你就是说十八号啊？外滩十八号，南京东路一号，很好办。还有那个还有哪里？就是上海，你知道？不是，我知道那啥。和平饭店你能安排吗？和平饭店我可以安排。可以啊，周润发那部电影里面的那个和平饭店啊。对，我知道就在那个外滩吗？南京不是，对，也在外滩。对，我去过吗？南外滩，不在北外滩。是不是面啊？有人问，请他吃面，就是我吃过的那个粉包面，应该是的，五哥应该是的，吴茂兴粉包面。两个人大概，我们其实陕西人挺爱吃面的。哦，那就那好，你们吃粗的面还是细的面？都吃。对，你们只要是面吃，我们都爱吃。北方人爱吃粗的面、宽面。对，我个人比较喜欢吃粗一点的。哦，拉条子，北方都爱吃，就是拉条子不是新疆那边的吗？西安有拉条子，不一样。他还在新疆当过兵的，确实跟我有缘，是吧？我在新疆当兵，没在新疆当兵。你没在新疆当兵吗？我在新疆，没在西安。你刚说我知道，你是说你在新疆当过兵吗？对啊。对啊，有缘。我爸也在新疆当过兵啊。嗯，蛮有缘的。团长父亲。哎，所以有句话说得好。这个这家店它营业到几点？4点嘛，他刚不是说了凌晨4点？凌晨4点钟是吧？对啊，刚不是看了吗？那应该是肯定是不会有问题的。除非是啥有种情况就是，那个疫情防控没办法，知道吧？哦，关门了那种啊？那应该不会。那这没办法，这我真没办法啊。那应该不会。国家方政策我都没办法。这个不会，现在饭店都能吃东西。那反正这东西不好说，知道吧？你是今天跟他联系的还是前几天的联系过？你不是前几天联系的？对啊，随时可以过去啊。不是像写那个随时可以过，随时什么、就是？你不是今天联系的？今天联系这一家嘛，刚刚我给你看这一家嘛，就是那刚刚你看那个就是海鲜那个下班那个那一家，知道吧？那个就是烧一点排面，这个没有排面，我跟你说了。海鲜你今天联系过了？联系过了吗？就随时可以去啊。几点钟？老板不是说了你过来，然后。对吧？那个，我问一下，这薛总啊，我这个车没油了，有没有霸王油可以加一下？没有，油还没有这个团购。油没有团购啊？要死了，我他妈还得加油了，我他妈见底了，有没有？对啊，没油了呀。没油了。有你，我还吃的饭。哎，这个事让你体验一下，你就知道这个，你妈能不能对吧？变现了，对不对？但是下回我不会让你去跑那么远的。就是你可以看，哎，要找近一点的吧？对，近一点的，就在市区，好吧？对吧？妈的，我还得真得找加油站，真没油了。对啊。说这个是说体验的一个，那你要说体验的，咱就体验也好嘛，对吧？那就跟那我也不知道这多远，你知道你跟我讲这上海店，我也不知道多远，因为我并不熟路，你知道吗？那有人说，你口口声说做事不把准备工作搞好，第一天出社会，你怎么看？不是，这个是临厨师下班，不是我们准备好，是厨师下班了，特殊情况。厨师上班了，咱们可以直接安排着吃了就完了，对吧？那如果万一烤鱼也没吃上，你怎么说呢？请问，不会有这个万一的，薛总。这个事情是看，你是直接猜测，你知道吧？不用猜测，薛总，你绝对不会那么没有生意头脑的，还没过去。你绝对不会那么没有生意头脑，还没有过去。烤鱼这个吃的，我就算今天吃冷的烤鱼，我都要吃。对呀，好吧，烤鱼还是可以吃的，除非出去下班。呀，我找的是哪里啊？不知道，我对。怎么感觉他妈的往无聊上在走？哎，不会吧，你别导错了。就烤鱼店，烤鱼店。你给我的是烤鱼店的吗？给，就是烤鱼店，我给你。哎呦，这发的不行啊！好几次了，那个没说话了。你看，就是烤鱼，看发两次江边，就是在那个虹口。这烤鱼店也可以去吗？虹口区这家。就这家，他就这家挺好的。哦，不是建和路这家。不是啊。就虹口区这家，虹口区、也可以是吧？对啊，我发就给你发，我只能去这家去看，因为它都有定位的，知道吧？必须要准确的。
别的地方还没说好呢，过去又对吧？怎么想着往杨浦啊？没走错，这家店也可以对吧？对啊，因为我这当时说的就是这家店，我你看了微信就是这家说的，随时可以来。薛总不可能当是老板给我发的定位，我才发给你的。我因为我略度不熟，明白吧？这个思维明白吧？他多远我也不知道，我先把定位发过来，你一看远。他们其实可以坐地铁的，可以。那个你现在在想办法，你在那个再跟他联系联系微信。我不要，你现在都到了吗？联系干什么？不快到呀？我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高价，这样的话你如果实在不行，我直接那个叫方便。不用，直接去，没关系，直接去。不联系他们忙着呢，知道吧？不是，你不管他，到时候我过去说就完了。这不还有4公里吗？不远。这个事儿是临时的，出不下班我也没办法，对吧？哎，太可惜了！刚刚那家燕窝，我看了就……对呀、啊，我也想安排呀，但是没办法。高级的厨师下班了呀，不是我不愿意安排，对吧？哦、那么高级的那个，但是希望那烤鱼应该也高级，也是连锁店的吧？不应该不是，应该不是连锁店，因为他们说他家挺 low 的，我才没给你安排的，对吧？老板，我都说好了，我说这家店我都安排好，但厨师下班了，这个不是我来故意的，是吧？因为我白天做事儿，我就想办之前我赶到了。但是谁知道你们这儿厨师这么早下班，对吧？能理解我意思吧？不是，就是厨师都是这么早下班，他不是夜宵店啊。他不是夜宵店，你他们消息很就11点之前啊到店，你看我也没办法，对不对？就是日料店，或者是本帮菜店，或者哪怕川菜馆，也是这个时候下班，不管哪里。你现在不找个日料店，我们去探一下。现在不行了，现在太晚了，现在没办法。没说现在，我说以后啊。说就烤鱼就烤鱼吧，好吧。那个联系好的事咱们要。你的下一回你看体验过以后我们谈好以后你再去，好吧？就这意思，说让我先谈好，那谈判一个周期啊，不能一下过去一下就谈好，对吧？能理解吧？好吧，这次去我们要在外面等一会儿吧，也是一样的。我建议等一会儿，你们要进来也可以，我就害怕老板要多疑，知道吧？这有什么会多疑呢？真的是。你就说我们这些人是一个化妆师，一个弄镜头的，这样有点偏，不是？男的四个男的，一看都是来吃俩的，知道吧？就换位思考，如果你做生意的话，你看四个人过来，哦，就吃相比较难看，四个人一看就进来吃东西了。哎、对，咱俩去没事，哎，刚好是咱俩就不是。吃相太难看了。说好以后，你再一看四个人他妈进来吃，买个霸王餐。这样话，老板会不高兴。哦，这细节，啊，这个是细节，对吧？我没有想到。包括让你刚才等也一样，你过进来四个人，人家老板一看，你哎，是吧？慢点。对呀、啊，我们要体验我们的专业呀、啊，是吧？你不能过去问老板，你看你过来吃了，我吃我们的。薛总，如果说假设，我是假设，嗯，现在是本来红毛绿毛有称呼了嘛？啊，如果有人红毛是谁、啊？红毛是曾经的我，剃掉了。啊，我就说那红那红。啊，绿毛是副驾驶。王琦，我知道，我现在知道。黑毛是我们的黑人。让你如果有观众给你要让你染成白毛，我不会染，超火之类的，不会啊，尊底线也得有，原来这不是底线问题，这不掉一块肉啊？不会染，哦，不是，万一黑少这边张师兄三个超火，你染一下，射超火都不染，不是，你也只是我骗你，我们黑少的事业啊，不，这染完就再染回来嘛，染了以后给你钱，不，做人的一个有原则问题。明白吧？就比如说三个小伙，你可以直接拿2000块钱。当时那天给我刷了，看让我喝真露，我喝了，但是喝不下去，我要退了。这种原则问题，明白吧？退什么？退钱，退了400。退呀，我退了呀。咱们都吃上霸王餐了，还有原则问题吗？这个，都霸王餐了，都三个月霸王餐了，这个原则，我觉得没有现金好啊。你觉得呢？我那真露你没喝掉的吧？所以我喝了呀，我喝3瓶呀。喝掉你再退掉了？对，不是，因为他安排的是，当时我忘了，反正就是说。五瓶嘛，哎，不是，好像就是差几瓶，然后我把钱给一个转过去，一个转给张师兄了，对吧？嗯，原则问题啊。那为什么不撑一撑呢？啥意思？撑下去，你都3瓶喝掉了，你再喝一瓶不就行了？那我因为明天要做事，我不能把我喝的，哎，明天起不来，因为我有事情呀，对吧？要是明天没事情，我随便喝。这有点可惜，胀得很。这有点可惜，已经3瓶干下去了，还差一两个，哎，真的可惜，有点可惜。那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退吗？你会转吗？转400块钱吗？给张师兄？我啊，换成我喝掉了呀。
我会撑下去。你没喝下去之前，你会不会滚刀？我就问你。我不会滚刀的。好，因为诚实可靠小郎君就是我。好吧，你会滚刀，那我也没滚刀。哎，我退了，我也没滚刀，明白吧？对对对。啊，一样的，我也没滚刀。我是觉得有点可惜，我没说你滚刀，你都已经三瓶喝下去了，然后你还不是白喝吗？太胀了，那个有气泡呢。说实话呢，并不是白酒，对吧？它的果味儿，其实我们喝不惯的那种味道。你酒量怎么样？半斤起。半斤起？什么酒半斤起啊？白酒啊。白酒啊。嗯。一个是太胀，一个太冰。你王琦那样拿前两杯是冰的，最后一瓶是常温的，哦，对吧？这没胡说吧？嗯。因为我喝不了冰的。酒不用怕，晚上我这有酒。那个，一个先做事，咱不说啊。洋酒，我们先把做完事后面的事。其实我能喝白的，啤的、洋的，其实不太，啤的也可以，但是我们这洋酒好，啊，这洋酒这喝下去，那个洋酒跟白的一样的，一样的。我知道上海人喜欢喝那种就是洋酒，但是我们北方人喝白的，你可以问问，这不是我说的，北方人也喝洋的。北方人不喝黄酒，我知道。也喝也很少，就是，但是他白的洋的，我们北方人就是也喝洋酒，但是不常喝，更多是白的，你明白我意思吧？啊，这个没事，这是个人习惯问题，不是说我也可以喝下去，但是喝的少。那就舍命陪君子吧。那就是你喝的什么白酒啊？小乔。五粮液啊。五粮液。嗯。几度的？五十，一般都是五粮液。五粮液。嗯。这五粮液也是霸王餐吗？不，五粮液有点贵啊。五粮液喝这档次可以啊。五粮液不是霸王餐，五粮液的话是要买的，但是就是我一般都喝那个酒比较多一些。我的天哪，这五粮液也挺贵的，1500呢。不，我们去的话1050。啊，我们是按箱买的，那更便宜。哎呦，一箱六瓶嘛，啊，不用了，要便宜一点，按瓶买划算。王爷是，就是，薛总晚上工作完之后，好好的干几杯，啊，就是随意啊，随意啊，我不是说什么，霸王洗发水，上身霸王防脱，我就是说，舍命陪君子，我也喝白的，但是白的你别，这慢慢喝啊，那不对，白的肯定慢慢喝，小酌的，小酌小聚小酌。那薛总，你喝没喝过江小白呀？喂，你好。哎，还没正开车呢。你这样吧，我到跟你提前说吧，因为我们现在还就是正拍完，正在路上呢，在车上路上呢。马上就到，快到了。大概多久到？因为提前三分钟。大概就是11:30左右吧，或者12:00，因为我们现在这场比较麻烦，得拍完再走呢，知道吧？因为我们干活比较细。不是，快到了呀，问题。在我们开着车。哎，马上就到了呀！这个事情我不就，他关键是应该是距离太远了。我们在车上，你不行可以问一下黑人夜，我们现在在赶路呢，赶片呢。我知道，你第一个电话跟我说12:00，第二个电话跟我说11:00。不好意思，这个因为这个每家店情况不同，因为我们一拍是吧，这就要给家拍好的，不能够。187，哎，不，你能一个行啊？足浴是吧？好，没问题啊，你放心，我们我专业做足浴的，你不用管，用过去好吧？不要着急，老板，我要拍肯定拍好，你不管，我们做事的好吧？好，我挂了啊，拜拜。看这，我的领悟下，别人主动联系我了，还让我赶紧去呢。这餐饮不是我的强项，不骗你，有别人有强项的，对不对？哎，小，薛总，我们不嫌弃，烤鱼就烤鱼，不是烤鱼不烤鱼。
蛮好的，这个店工作我知道。一下子虽然从优雅的环境，就来到了一个街边那个。我有充电，你拿个充电器给我。不是，我只有充电宝。充电宝，充电就充电宝。然后还是一样，你们再等一会儿。嗯，人家老板有芥蒂，知道吧？这么一个，还有咱俩的思路，对吧？你行吗？什么意思？就让他先等一会儿，咱俩先进去说好话的。哦，就是吃相会不会太难看？啊，对。啊，好，走。我的妈，那真的是，这老脸也丢了。车门不关啊？哎呦，这谁呀？这下车这不关车门的呀？兄弟，你咋没关门了啊？嗯，走。因为我弟下来，我不知道他在天儿。我也没关。哎呦，我这太不好意思了，就还得他妈的，走。你好，老板。就是我那个大哥费用密就说过来的，我们说好了一块儿来做。这个得起步的够吗？给你的助理，两个助理，这就去那，看这专家。是吧？这个就是你们，放整。这个谁应该？我们好久不来了，老板娘。哎呦。哎。快点问他们吃不吃了？肯定得吃啊，不是饿了。对，跟他们说，让他们进来呀。行，那你先，我们先去外面先拍摄，好吧？好。那个，我先忘掉了。这个都说好的事儿，知道吧？就跟你说，就是店员其实还可以，知道吧？不是，一哥，你不吃啥意思？怎么？不知道。什么？你不吃啊？啊，我吃。不是，我们说好就是，那你出这个你就出去吧。哥，这个你能出去吗？可以，没问题。好，那现在就开始这样，我先就是做一个，就是，你拿，好，好，你那你先别出来啊。我不知道，我知道没有这个人。那我意思是，让一哥我们俩就是一块儿做个就是剧情。啊。啊，然后让王琦拿你这边，可以吧？没事，我拿着更像那个主播。不是更好吗？那我不得拍视频啊，视频你这样的话，可以啊，这更好了，更专业了，拿着直播间，对吧？你觉得呢？这不人家一看，我操，更专业了，两个直播间。是这样。嗯。说我们要报一下门头，要既然是霸王餐，我们要好先做事呢，你明白吧？你我意思，你拿着，然后咱们就是。我也我行，这个是工作，我不是说愿意，这不直播的是吧？咱短视频跟直播有关系。现在是这样，那个红兵，你当是摄影师吧？啊，当我摄影师，想录像给我们看，就是处理资料，明白吧？好了，我就按了啊。你现在是挺好，你说321才能按，知道吧？然后一会儿是这样，然后就我们就是相当于是我们就比方我两个朋友，哎，就是你说一下，哎。哎，薛一夫，你来了，然后来了啊！你先试试跑一走，你这家店，你说记得，很经典的一句话。对，就再说一遍，怎么说？薛一夫，你怎么来上海了？哦，薛一夫来上海了。啊，吃饭了没有？吃饭了没有？没有，我说没吃嘛，对吧？没吃。哎，没吃，走，我说你妈尝尝我们家，就是尝我们当地的这鱼或者什么啊。哦。顺一下。好。就这几句是吧？就几句。啊，好，来两口，两口，两口。有还有好呢吗？那9:16调好了，我就按。你不管，你光按录像，你就当摄影师吧啊。并没关系，你不要说话啊。好。可以吗？可以。一遍过，要饿着的啊！我要饿了。听，哇，机会给你选好。不是你站那么远干嘛？因为没有收音麦，他们看。我先一个先说话，你照一哥，然后我说话，你照我。好，你先垫。好。那我说321啊。啊，一个先说话。可以吧？啊，可以。哎，不是他，你得说321呢。321。薛一夫来了啊。
哎，一哥好。哎，你好，你好。我还没吃饭呢。哦，还没吃饭呢。对，不是，你得说，不是。行，哎，你不要问我，你会吧？会。不是，一哥，你得跟上节奏嘛。你吃饭了没有？哦，在吃饭里面啊。朋友来了，你就跟上我说呀，对吧？啊，准备啊 ，Action！ 你说三二一。三二一。哎，徐一夫来了啊！哎，你好，一哥。啊，吃饭了没有？没有，他没吃饭呢。对，这说他吃烤鱼，啊，烤鱼好吃。停，不，那不行啊！一哥，这这，你说哎，让尝我们当地的当地的烤鱼。哎，来上海，我们尝我们当地烤鱼。然后在什么？这什么路？哎，有一家。好，你尝一尝就完了。你得报店名呀、啊。江边炉火。不，你得报这是什么？这是冒汗。横客路。对，你得按引流啊。哦。你不能说咱们有流程的。引流，你直接把地址写去。但是你视频嘛，比如说在什么这大范围也可以说，哎，我们觉得江边炉火不错，哎，咱们尝一尝。也可以，但是你得给他做一个引导呀。哦，对，店名得报啊。好，不能瞎说。哦，开始吧。啊，你上来一个。三，二，一。徐一夫来了啊。哎，你好，一哥。哎，你好。哎，吃了没有？没吃。哎，没吃，那正好这边有个江边炉火烤鱼，去吃吧。好，走。啊，等会。哎，等一等，不是，这个不行啊。你得搂着我一块，一起咱们。哦，这搂着你。啊，就是，客气，就帮我拍着。啊，好，啊，再来。这有个剧情。三。二一，哎，薛一夫来了。哎，你好，一哥。吃了没有？没有。啊，我也没吃。那张斌，我烤鱼吃一点。走。啊，对。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好。手不发抖，而且对焦对的。我审一下，不行，我看不清了，我要重弄来。啊。好，可以，这是第一段。可以啊，可以。哦，还有第二段，还有第二段，肯定拍这是第一段素材啊。第二段素材是什么？有包了，包呢？是在车上吗？到谁有包？包呢？啊，这。这放这里，是吧？还要我眼睛比较尖。好，我们把第一段拍完了。我他妈！我没连进去，没关系。那你习惯就好，习惯就好。我帮你拿着。什么叫习惯就好？那你这个，没事的。哎呦，我们有待遇的啊，包间管的。我这有排面啊。这边肯定大了。那个。海鲜有排面，但是出下班了，我没给我说，也是报销。还给个标间，我的个天哪！啥？可以做了吗？可以做，就做。现在他们一上菜品，先不能吃啊！我这规矩啊，不吃，就不能吃。啊，先拍完，我们一哥先拍完。你俩就要离开。哎，不是，洪斌当摄影师，你就。我就当直播间，我就当助理，就跟当一样的呀。我知道，你当助理，然后洪斌当摄影师，咱们。对呀，没事没事没事，你说，接下去该怎么做？接等饭呀，等菜。哦，等菜了。啊，对，你拍饭呀。哦，等。这不急吧？不急，等。等拍完，我们就是黑人是个大自由娱乐时间。我女儿她你这样说吧。我们不骗人的，我们是真实的探店的。我看人家有几个，我看了几个，有些人他不认识，知道吧？我们这帮人，是，咱有在白痴呢，这是靠技术说话的，知道吧？靠技术骗。老板平时吃饭，我说一个，我抽烟行吗？你就对着我。啊，错。啊，谢谢老板，来，连吃两单拿了，那个行，都送的，规矩的，知道吧？就是你得干活，你活干不完，你不要去想喝的东西，知道吧？所以。到浴场也是这样，就是咱们去干活，哎，咱享受这及时的服务，对吧？他还没上菜，我先做，放心，不会吃的，我先。餐具也不用拆吧？可以拆，因为我餐具可以拆。啊，先别拆，别急啊！你先等活干完再说，做事做全套好吗？饿的不行，我都在坚持。
而且我跟老板也不认，你们看很不认识啊。嗯、这个我这你也知道，嗯，对吧？这人家为啥能接待？就是他女儿说好了，嗯、对吧？他我才能过来去探店。嗯，如果没说好吧，人家也不接待。说事情比较简单，啊，现在也很清晰吧，一个，对吧？嗯。这外面看上去破破的，里面还有一点文化。反正买单也是我家他女儿那个布置的。这骗这能骗啥嘛？这点成本对吧？一个还是掏得起的，嗯，对不对？那肯定啊。来啊，不是不花钱吗？不是，他们那说，我就解释一下这个事情。哦。哎呀，不用太急了。一个天天外面吃对吧？这种地方，对吧？薛总，我告诉你个事啊。嗯。我不是工具人，我不接近吃，我不是工具人。还是净吃净吃的，真是！要不我给你转一百，你别吃了。这是我现在，我上来了。哦，对，就是薛总，就是说我就是说。你说赶我走，你就刷饭。我们什么时候吧？我们什么时候能动筷子的时候吧？等一会儿，你说这人家做饭要一个时间呀、啊，不是不是，能动筷子的时候。我都说人家在忙，人家在。哦，一哥，你把口罩摘掉了。啊、我刚刚想说。等什么时候能动筷子，一哥才好意思摘口罩，不然的话，不然不能。